有木马，白痴，我连错，我连到别的东西。你要秀秀吗？对，我连到秀秀去啊。你是不是想去新的去新世界、啊？新世界，新世界。好，开。开，我还没开。我金钥匙都还没弄呢。可以。一开台他就天气就生气了。对啊。开什么台？让你们开台了吗？不是啊，现在的天气也是一样啊，我家。他跟我的心情一样。打雷了，你不尊重天气、啊，觉得我等下十点后会肚子痛？不会啦，哦，没事，不会啦，就挥手手就没事了啦。对啊，不是预言吗？啊？他说肚子痛啊，这是一个预言、啊。他们是要玩游戏怕肚子痛啊？原来是这意思。准时去看哦，各位，记得去看哦。来啦，啊、我去帮忙点亮天气哈。好。哦，刚打雷吓我一跳，原来是游戏。你天气要关掉啊！一个雷打下去，杰克就断线了。对耶。杰克会不会就像上次一样啊？没有啦，我只是换把 skin 也变得立体一点。立体一点。啊哇！对不起，我跳窗。立体一点啊！我怎么看过、啊啊？我没有看到你在旁边，按下去还不听。跳窗还特地跑过来，跳窗，哎、欸啊，跳窗，跳窗不用怕，不用怕，会回血，不用怕。哎、欸，对啊，为什么会回血？哎、欸，回血？哎、欸，不会回、欸，为什么？会啦，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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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回血？因为那个烽火台，烽火台，我们现在有烽火台。哦，方便的嘞，它超出原本的血量了啦。哦。好像回到了十一不要再打了。哎呀！哦，今天只有我跟哈基跟酱油顶，哎，还有繁星顶那个耶。啊！没事。上课啦！上课啦！今天我又被害了，没有开玩笑的。嗯，没有在开玩笑的是吗？没有在开玩笑的。今天没有活动，没什么。啊，看来今天又是挖矿天了啊！活动，所以现在是解散了吗？解散了，解散了。那我要去解每日了。对，我要先看一下每日好了啊。每日有重置了吗？上面那个还没。哦，好了，解每日喽。看来下一个游泳喽，下一个啊游泳喽，下一个烽火台要放这里了。放在那个为什么是摆这个墓地旁边？对，嗯，谁摆的？摆什么？什么东西、啊？有上面有摆一个奇怪的形状。我们的钻石变成一个奇怪的笑脸吗？是一个，那是笑脸哦。我以为是一个水壶，中间放一点钻石。那是笑脸，我摆的啦。哦，那是笑脸哦。完了，笑脸了。哇，无聊就摆一摆。那还真的感觉你蛮无聊的嘛，刚刚。你说这个吗？这是上一次就摆的呢。哦，是哦，我们到现在才看到哎、欸。太密了吧？有病哦。对啊。好密集哟、哦。哇哇，那砍到你哦。哇哦，这僵尸怎么回事？我只是下来看的东西就这样子了嘿。哎呦。拍子。好痛啊、嗯。下面感觉好多人哦。不是好多僵尸哦。下面人很多，哎呦，抢怪哦！啊，那边变热门景点了耶！没错，好多蜘蛛哦！天哪，怎么都是蜘蛛？为什么都是蜘蛛啊？欢迎来到蜘蛛！到啦！我要打蜘蛛，把打一打，太多了，太多了，太多，太多了。哎、欸，讲到蜘蛛，我突然想到、欸，哎，突然想到一件事，那个酱油，你去看电影版了吗？还没。什么？你说那个？無限列車对对对，你去看了吗？你看了嗎？没有啊，可是我最爱的是。没有，你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你最爱的角色还蛮多镜头的。你会，你一定要去看，你一定要去看。他蛮多他的专属镜头。对，你真的要去看。我看完了。我在剧情。他们先去看。剧情对。
那个请问电影院可以拉条吗？我只要看他就好了。什么鬼啊？你也太迷了吧！等一下，你只要他的 cut 是不是？你只要他的是不是？对，我只要看他就好了，剩下可以 pass。哦，那我觉得你蛮难选的，因为是蛮多画面的，我好意外。我比较期待后面。哎、欸，我不能，我不能，你不能讲，不能讲，不行，不能讲啊！你不行，说。期待后面。刚那一群蜘蛛里面有个绿色的、欸，哎。哦、拿到一颗真人石哦！哇哦！哎，我发现还是会有那个呢。哎，会啊！等一下，我有点连错了，白痴。那个金鱼女巫之前关起来，这是有需要的吗？还是要把它杀掉啊？女巫？什么金鱼女巫？什么意思？我看到后面有一个被关起来的金鱼女巫啊！哈？没有啊？我们不是剩在那边，他只是剩在那边吧？对啊，他被关起来呢。我们可是我们上个礼拜没有打精英怪、啊，都在救哈基、啊。我们没有哎、欸，我们上礼拜都在救哈基哎。那我就要会，我要会死了。嗯，你说在哪边？我看一下。后面，里面酱油家那边。酱油家。哈？我刚想到这边亮亮的、啊。酱油家，他都不知道他家关了一个女巫。对啊，他都不知道他家里关了一个怪怪的怪物。我去看一下。你看你家多久没有去了？不知道啊。有一个就是关起来的、欸。哎、欸，怎么听听啊？突然忘了。为什么我指令？嗯，干嘛不走的 ？OP 吧，有 OP 那个吧。有 OP 啊，不能 PP。今天是改用伺服器来开。嗯，是吧？是被关起来的、欸。哎、欸，等一下，我去看，我去看我家。是人是关起来的、欸。我想说，不对啊，之前有关吗？是谁关的啊？为什么？等一下，我想去看，会不会是那个啊？骇客啊？上次要骇客啊，坐船之类的吧、啊，是吗？我看一下你们在哪里，我过去看最快。哎、欸，你这是骇客啦，被雷打变这样啦，白痴哦、喔！哦，他被雷打到了，哦、是吗、哦？可是他精英哎、欸欸，他是精英的、欸，他有他名字呢。那请问原本的骇客跑去哪了？骇、哦、客我打掉，我杀、哦。我跟你讲，因为骇客他关在这边，然后 BOSS 在生成的时候会传到最近的怪物。哦、所以话就被关在这里面了。哈哈哈！所以说，那个女巫是被自己笨死的。对，好吧，可以打他了。天啊，史上最简单之精英怪，真的，就这样一直打就好了。啊！怎么进去了？怎么进去了？没到人啊！下去了，下去了，等一下，好久没被打死了。我在里面，为什么？他刚刚从上面他滑下去。哦。等一下，一直没打到我。对啊，杰克的啊，我吸到16个钻石，还没有三个啦，我身上有三个。杰克给你三个，杰克给你分。还有后面，后面这边，哦，有一个骇客，他掉了绿色的东西。啊，小雨还在吃。今天换小雨了，是不是？等等，是要晚餐吗？还有掉钻石吗？这么快就攻上了吗？64个在我这。那给我。这么快就攻伤了吗、欸？这么多、哦，我家外面，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我的僵尸打完了没？还没，那就是64个，给你们。我掉下去了。没有，我发。哎、欸，我彩券忘了放回去了，完蛋了。哦、几个了？等一下，杰克，有三个是我的，我刚刚多拿三个走了，我又在分享爱了。等一下，几个了？2、4、6、7个。还有我的。等一下，算了，没事。没事，就分就分，好不好？我把我的分享爱分享给你们，就这样了。怎么怎么样？越多，看宝石怎么变多了。我跟你说，我刚刚那十六个还没发完，刚刚那16个都我的啦。哦，还回来啊！我刚刚我捐了10个出去啦，好不好？捐了10个出去给你们，快点啊！整天在分享哎，我在这游戏整天分享钻石啊！我的天啊！卖苦力炮，有现成3只哦，要来快哦！这边还有15哦，对啊，那边还有哎，15钻石的。还有一只，我拿了，我也拿了，快点！那我明天拿就团拿回去就好了。哦，也是可以啦。啊，那杰克你在那吗？啊，我在这。好，我去找你。啊呀呀，妈！嘿，妈妈，我叫妈，你要嘿，嘿，妈嘿。我跟你讲，我都做了这么多善事，拜托这次乐透给我中好不好？等一下，该中乐透了吧。我想问一下，旅行商的为什么在商店的上面？哈？你自己看，他怎么上去的、啊？他真在上面吗？对啊。哦，那他就不敢下来啦、啊。真的还在上面？完了啊！丢他漂浮药水，然后把羊驼牵下来吧。嗯，好。我们那天羊驼变成凋零玫瑰。
哦，对啊，变成三朵凋零玫瑰的形状，两朵，太难过了，很开心耶，都要哭了。我先把它推下去吗？哦，对，我还要，可以，我要推下去，推下去了，拜拜，拜拜。阿友，不是阿友丢漂浮吗？没有，没事啦，别再爆发掉了。死喽！快闪！哦，是在这边哦，白痴哦。对，商店上面。啊，你坐船啊，给他坐船。哦，你好聪明哦。哦，啊，怎么会有鱼在上面跳？啊，那是我的那个鲑鱼桶。好。啊，这鲑鱼是从你家鱼池出来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有今天的 IP 是？没有后五码，没有后五码，没有后五码。阿杰。遮一下画面哦。嗯嗯，不然会有很多，不然就真的骇客了。不要就骇客了，就真的骇进来了。真的，你有没有骇客？没有，说等一下，等一下就真的会有骇客了。你如果没遮，就真的有骇客。如果你没有遮 IP 的话，可能就真的有骇客了。没有问题，我还没开台，可以的。可以，你还没开台？对啊，我刚回到位置上。哦哦哦，交喽。你们大家还在墓园吗？我在过去的路上、啊。我也是在过去的路上。我在过去的藤藤身上。我在没有，可是我还没到。天哪！所以是在藤藤的背上。对，他在背我。所以我要喊什么？哈基秀。我是那只狗。要死我。什么妖术？没有，你是哈子口，哈子口，那子哈，那子哈听起来怪怪的，一下干嘛？介绍我们的新伙伴，今天没有哈记，但是有那子哈，那子哈同事。该不会杰克今天那个吧？不知道，就昨天也是啊，昨天在录影的时候。不是你是你们那边哦，就是会突然的啊瞬断哎、欸，我在想会不会又是拉面欧北来哦拉面哦，还是他自己那个这个伺服器是只有设定拉面的 IP 吗？对啊，哦好吧，没有想说你如果没有设定的话，看他们要用蛤蟆麒麟看看，嗯，蛤蟆麒麟。How much? How much? What did you? How much? 买一只苦力怕。有人要来哭空塔的吗？哭空塔我去玩了，我想要去找僵尸塔。来，请 TP 五好。在哪里啊？云月。我要苦力怕。啊？僵尸塔？僵尸塔应该在这边啊。哪里啊？啊啊！你走太快了啊！你怎么在玩楼梯啦？那个楼梯这边下去。哦，哎、欸，我第一次来这边，哎、欸，我家真的是通风管、欸，坚固，什么都有。你这是那个冒牌者的家。哎呀，等一下有人就会突然死掉了，有人就被戳一刀喽。看来已经知道是谁了呢，可以先走。等一下，他自己讲话了，怎么了？哦，我刚刚那商人很价钱很贵耶。你说旅行商人吗？啊、对，刚刚那个可以换海绵，海绵可以换果汁。你把他杀了哦，那可以刷钱啦。你把他杀掉了，杀掉了，杀掉了。那也只能换固定数量吧，也不能算。四个啊，他只能换一点点而已。40个哎、欸，40个钻石哎、欸。所以你刚刚在心里想，哇，海绵钻石怕，应该是观众讲出来的啦。观众讲的，我都没想到。啊啊，我不会特别去留意啊。一个海绵可以换30个哦，好，这个之后会改掉，因为干爹服我有开给他们玩，然后他们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海底遗迹有机会出3个海绵房，然后就是有90个海绵，哎、嗯欸，不是哦，4个海绵房哦，4个海绵房，我遇过啊，哦，这么多，没有，这个由来是因为有个观众说只有一个海绵房，就找到第二个，然后找到两个哦。哎、欸，相信我，只有两个了，就是找到第三个，最多两个，最多两个，然后再说啊，我记错了，三个啦，没了，然后就找到4个了，最多三个，最多三个，那个脸一定很肿，对不对？超好听的那个脸。他有说只有第四个吗？好尴尬，好尴尬，他还敢说第四个吗？固定绝对只有4个了，再多不讲话了，不讲话了，再说可能要找到第5个、第6个、第7个还可以在一起。对啊，那也不错啊。有人要骷髅这边吗？
哎、欸，僵尸塔会有时候会塞车哎、欸，因为他没有跳那个、啊，因为没办法、啊。我害怕。嗯，我怎么没有跳那个？你要找到你要任务条哦，因为你刚刚没有登录、嗯。啊，可是等一下，可以单独吗、啊？可以单独重置。他可以去点上面那个牌牌吗？没有，因为刚刚那个他泱泱的任务没有重置啊。嗯，我要挂机的，看可不可以单独。好，没关系，我可以自行运算。哇。反正你刚刚那样讲，有人就说我有试过找到六个海绵房哦，对吧、啊？就喜欢打脸的啊、欸，真的越来越多。哎、欸，因为在下面，弟下，哎呦那个，耶、嗯， yeah, 打完了。哇，这个地方有点怪呀、啊。好，我一个一个的红字干嘛？干嘛？为什么？等一下，我没有看到苦力怕，可是爆炸了。那是你把他死了，没看到啊！你好坏哦！我有记录档哦，我有记录档哦，他真的不在啊！还是他是隐形？小包在屁股后面。对啊，就地板上有个影子啊！没有，我是看那影子。你的材质包有没有拔掉啊？嗯，我没装材质包啊。哦、欸，有了，他地砖，哎、欸，对啊。我再一个一个改啊！我的怪物，这个我怎么会有隐形的怪啊？嗯，奇了怪，他们有几率会出吧，不是吗？像蜘蛛啊，蜘蛛会有隐形的，其他的会吗？你看，你其他的我没看过。你看身边有没有丢他隐形药水啊？我觉得是你卡了吧？要不要重灯看看？可是其他怪没事啊，就觉得隐形的、哦，不是啊？那个、那個、你有装？你有装 Ulti Fine？ 没有，原版的？对啊，完全原版。那我不知道，然后我重开看看好了。嗯，没事啦、哦，可能个案而已啦。个案，要求我怎么炸光？个案，我想走了。个案，好，你们是不是借机在讲多国语言？啊，什么多国语言？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哎、欸，我语言这个技能没有点满，所以我不懂。哦，对，游泳拿起来了，有唱片。干嘛又个案了？有歌啊，刚连回来有点累一个，然后就被攻击了。请问你们要雷下雨天吗？不然你关掉了。可以关吗？拜托。可以关。我想要钱。干。哇，看大家的口语都觉得不错呢。哦，虽然我不懂，但是听起来感觉好像有这么一回事。一回事。哎呀，叫父母游泳班。为什么我都看不到蝙蝠？蝙蝠就过来。哎，不对啊！我把钻石放回去了，然后我要买彩票，我要回家拿钻石。别操！诡异的行为。诡异！你是在卖萌啊？恶意卖萌。哎，谁啊？我家小麦怎么快没了啊？记得，波波今天有去查那个“萌”这个字的意思。那谁？结果呢？波波啊！哦，我有点忘记了。他可能应该在聊天室吧？哎，波波是什么意思啊？好好奇，为什么要突然查这个字啊？对啊，波波就喜欢查一些超怪怪的。啊、哦，你好像也是哦。什么东西？啊，没有啊，小雨说他都会查一些奇神秘的字啊，奇怪怪的。啊，有道理呢。哎、欸，说到萌，之前真的有人去查可爱的意思，哎，就查出来真的是丑的很平均。很平均，我就说你哪里查的呀、啊？丑的很平均，真的假的、啊？解释是怎样？对啊，太神奇了吧！上面的教学说，当你要夸一个人他不漂亮，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说他丑的时候，你就说他可爱，你就说他很可爱。好妙哦，这个闹的讲法吧，我的天，还真的、啊。我知道，我听着就哈。那你们一直被讲可爱萌，我的天哪、啊！完了！我的天哪、啊！你们在讲啊！你们在讲啊！你们在讲啊！难怪他们那么生气、哦，难怪你们那么生气，说你们才萌。有嘿啊！哎、欸，怎么了？你们怎么了？哎、欸，这里怎么有一个对隐形粒子效果？什么粒子效果？骇客？有一个假？有不是？有一个那个。流浪商人是隐形的，为什么？啊，他晚上、啊、晚上会隐形啊，晚上会隐形。哦，是哦，你不知道、啊嗯，他白天会在自己喝牛奶。那可能是流浪商人隐形药水丢到，
然后丢到苦力帕这样吗？对，他是用喝的，他不是用丢的。喝的是喝牛奶吧？这个没有那么贵啦。哦，好吧。我记得他是直接喝隐形药水。在我这个位置是可以的。你在这边数数数数数啊，我很吵。数数数数数。哎、欸，我买彩，我记得数数数是牛奶、欸。他一个不见呢、欸，他一个展示框不见呢、欸。好，你把他打掉了。没有打掉他，我就放上去，他就不见了。一定，那一定是打掉的啊！他进你要看吗？可是我右键他怎么会掉？这里这里面前这里，右键，你可能手消。没有啊，我右键怎么会掉？啊，算了，那我直接放上面好了。你就放在上面吧。人家有鸡蛋吗？No。因为上次打骇客，我不小心把那一个烤鸡腿的鸡胸打死了。哦，我一回就全部死掉了。没了，沒了哦、真的没了，没了，死一票没了。那我就要出去找了。为什么这边都填起来了？为什么？哪里填起来？就是哪里？烤鸡场那个鸡也是四格。四格，四格水，然后有一个水被填起来。哦，那一直都没有那个啊。啊你为什么自己跳到岩浆里？歪了，站歪了。我正想说在这边看，那个好像很久了。哦、这个好像已经这样一段时间嘞。对啊，而且里面为什么还有鲑鱼啊？那是我的鲑鱼桶。哦，我记得我修过一次的。嗯，不知道什么又变回这样了。那他要被烤鲑鱼吗？这、那个就要问我们的万能的大神观众们，是谁把它填？哇，这太难了，这个情况太难了吧？都不知道多久以前的事。对啊，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对，哇，他买的不是海绵呐、啊，他不是，他是角珊瑚。角珊瑚要把它砍掉吗？砍，砍死他！再见呐、啊！等等，你看那边，哈，很可爱。你看那个甘蔗。哦，为什么？那个里面？不知道，他看到就在里面。哎、欸，我们有苦力帕展示区，你要不要来看？可爱，苦力帕展示区。对啊，很可爱，他在里面走来走去。命名啊，自动开车机里面可以命名啊，可以命名哎、欸，要命名，命名起来，我找命名牌。这可以换一颗哦。啊、小哥，你有那个箱子有？我没有。箱子有什么？你那边有蛋是不是？蛋对。哦，我想说我已经飞出来找鸡了。谁有命名牌啊？我要把它命名。命牌，我的家里面不知道还没有。你看我客厅、啊，看你的客厅哦，你放客厅。啊，我的箱子。进来第一个右手边有，好，要把那个苦力炮叫出来。嗯，看一下啊，小苦，好，小苦，我要一万格喽，拜，你要去一万格喽，对，哎呦，谢谢，哎呦，哎呦，哎呦，铁，我是空中才坠落，铁真跑去哪了？他藏起来了。嗯嗯，它藏起来了，藏起来。对，所以我现在有没有看到？哦，原来是你在那个，我要解每日啊。哦，叫他小苦了，小苦，小苦。啊，你说苦力怕？我惊惊啊，还是要叫他苦，还是要叫他苦啊？苦啊，苦啊！哎、欸，我真的觉得我最近口红难变这个嘞，我的天哪、啊，不行！还好啦，我要换别的来对。你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啊，小哭啊，小哭啊，好像没有比较好。哭啊是阿旺的那个是不是？不是啦，是不是一颗鸡蛋？最刚开始是那个他们史丹利的史丹利，然后我就跟着被传染，被传染。然后阿旺说：“阿旺说我的印象就是我最会讲哭啊，就从我这边学的。”嗯，对啦，在外面的箱子啦。哦，在。哎、欸，是说有玻璃砖吗？砖，玻璃吧，玻璃可以用换的、啊。玻璃块，我这里有啊，只要一个就好了，我只要一个，没有只要一个，我只知道去补那个，因为我刚刚把它打破了。你怎么把它打破了？我为了要给它命名啊，我要让它永远存在世界上。把它弄破了，当我们的观赏玩物，玩物，玩物。哎，你看这样的那个甘蔗收成，它就会跑到水里面一下，然后再爬上来。你看，不知道什么，我刚刚脑海里居然出现，不愧是错过内衣的人。哈，他没有穿，他只是去那个搓。
有没有人？我没说。啊，没有什么。你们要打第一关，啊、快点，我会死掉。啊，死掉而已啊，什么的。哦，这一次不好打，这一次不好打，真的不好打。什么？那个法师。法师。哦。你会有一大堆蚊子的。打小蚊子，我打蚊子。哎、欸，我不能被哈基砍到，不能被哈基砍到哦。哈基不要打，哈基不能被哈基砍到会死哦。会被哈基打死。哈基收下你手上的武器。去哪啦？好快哦！我当照明。啊！你这叫声不是推来推去，杀鸡！我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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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这不到。我酱油，酱油尾刀，酱油尾刀。酱油尾的啊，酱油分吗？酱油这个你的啊，不是你不是一万格啊，怎么回来了？他传回来，他传过来。叫我，叫我。在哪里啊？我在家里，我在家里。完了，你在家、哦？我在家，我在家。苦力吧，苦力吧，苦力吧，苦力吧。哇！小雨，你我拜托，快点下去。阿基，你打太痛了吧！哎呀，我是无辜的。哎，完蛋了，完了。我要等酱油发粉丝。啊！是在我这啊。啊，困在谁那边啊？困在谁那边？这，我来分。好。嘿，我想说，我听到繁星的惨叫了，可是我还没看到他死。你下这边拿啊！啊，拿了。我刚刚不要我的好了，偷换，偷换钻石。哎、欸，我怎么 TP 不了换？我你太慢上线了，没有权限吧？哦、对啊 ，OP 啊，怎么988？好了，988，八八、欸啊，就是有一份比较多嘛，看现在就是你想拿哪一份哦。我要九的。我要走的，要赔偿，要赔偿，要赔偿，被拿走了。哎，两份怎么拿？我还在家里 TP， 你们 TP 我吧。我也还在家，我拿了，拿了，我拿了。小雨是超人模式哎、欸，我小雨是仙人是不是？我会浮起来哦。对你刚刚是那个游泳模式，然后就趴在那个断断。哦，真的吗？繁星现在有在动吗？我在等他的 TP 啊！哦，我以为我爆炸了，想说那也不浪。你要干嘛？我刚在上面啊。哦，我要去打副本喽。啊，你今天要这么早打、啊？我要一个人去摸摸看，我会跟你哦，玩玩。那最后一个没人拿哎、欸，那就你打。嗯，小雨没在、啊。既然没有人拿，小雨没在那边啊。我没有打、啊。哦，小雨没打。哦、这是多分了一个。嗯啊、那我多分了一个。哦、多分没事啊，那就给你啊。哎、欸，好，哎、欸，哎、欸，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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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钱，钱，交出钱来，都给你，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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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钱，好，好啦，要去，真的要出去一万格了。我也要去一万个。那酱油，你们一起走。对啊，对啊，我刚刚一起走啊，我刚刚一起走。我跟酱油讲，跟酱油讲，嗯。我到了，可是我在刚进副本也很卡，超卡。没事啊，他们刚 PP 啊。还在倒数，还没有那么快开始、啊。对，开始啊。没事。哦，你开始了。他是开始了，只是怪物动作有点卡。哦。有点卡，你也可以多、啊、多挥几刀啊。对啊。多挥几刀。对啊。其实我说自己不错、欸。然后突然瞬间掉到你面前。嗯。然后大喊 surprise。想给我的头，我看我知道他的意思。对啊。你为什么头那么大、啊？我就是放上去的时候，它直接变大的，然后那个布告栏那个什么、啊，就消失了，就消失了。那是因为你刚好盖到那个位置，布告栏就觉得说那个位置被侵占了，所以他就弹出来。对，他觉得他的权益受到损，那个受损。对，门票。我要去把烽火台关掉了。不要，就在那边。直接提用到你吧。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不要关掉、啊！他帮你换成力量效果，不是帮你换成。现在就很好，现在就很好，我不想恢复。帮你换移动加速啦，移动加速。不用了，跑快一点，帮你把它挡起来。还是你要挖掘加速啊？不用不用，不用、啊、要跳要，你可以跳出屏障，要不要？不要跳出，跳了不出去吧？等一下，上面不是堵住的吗？对啊，中空间吗？
哎、欸，对了，我要去上面。没有，你要用你的蛮力，用你的头冲破。他跟你说他在帮你换的时候不小心挖掉了，然后叫你等一下。哇，我不小心挖掉了，等等啊，抢修中，抢修中，抢修中。来跟你们说一下。哎、欸，请说。播广播广告了。广告，播广告，广告，广告，广告。现在需要更多的广告。嗯，广告，缴电费了，缴房租了，穷啊！缴电费，广告狂点，它会狂出来吗？不会，一定会啊！可是就大家都跑光光，因为都出来，出来看广告啊。然后聊天室内容都是：哎、欸，我看这个洗发精，我之前买过，我觉得还蛮的。没有啊，没有看到的广告不一样哦。哎、欸，我自己是减肥药哦。啊，那这个你是讨论的，你是不是有搜寻过这个东西？没有啊，因为 每次我看，哎、欸，我每次看那个有减肥药的广告，我都把它看完，因为我觉得看完，因为他的故事很好笑啊，他故事都是这样。啊，你是说那个用动画的那减肥药吗？对对对对对，那个就假的啊，讨厌的那个，哎、欸，那超讨厌的、欸，什么？什么什么？我跟我男朋友啊，我男朋友觉得我是一团肥肉，跟我分手，可我一直觉得他好看。我前阵子还跟观众在聊这个啊，他们为什么不找真人？就是因为你漫画用画的出来啊，画身材、画胖子就没差，懂吗？嗯，哦。可是广告我超不喜欢的，超也不会说什么被剪接的啊，什么的假的啊，因为你是用画的、啊，嗯，对啊，用画的，太好笑了吧？我的天、啊，造假，绝无造假。确实没造假，而且还省了代言费哦。对，第一类的绝无造假，如有雷同，纯属虚构。纯属虚构。哎、欸，可是我看那个故事，有时候觉得很好笑，蛮有意思的，然后就把它看完。好、啊，居然。然后一般都是那个朋友就说：“哎，我给你介绍这款东西，这真的有用吗？”我带着怀疑，想说吃吃看好了。哇，真的瘦了耶！你怎么那么会啊？我的天，怎么会啊？你知道他的故事版本，我起码看了个六个。你真的很有耐心哎、欸，不是我在说，你也看得下去啊、哦？对呀、啊，要降雨盆啊！哎、欸，这个洞好小、哦。对啊，这边往下挖，我们就直接往下挖。真是有耐心，就 每次出我都会看，我就看一下，太狂了，无聊哎、欸。他很厉害，他每次都能想到的不要什么，他有什么什么说什么男友都不敢放我们的合照，男友都不敢让大家知道我们在一起了。然后这时候他朋友都会说：“Kenna， 这样不行啊，要是他不爱你怎么办？”来。我给你介绍这个很减肥药，可是他就没有讲过，其实如果吃那种药，真的就可以瘦下来，然后重点是不会复胖的话，那他们到底要卖什么？哦，我跟你说，他真的有人买，然后后面写说效果因人而异哦，效果因人而异哦，当然啊。而且呢，他一定会为了要让他赚更多钱，他一定最后面就是会说会让你变更胖，然后你就得去买他的产品继续吃这样。对啊，团团，我想过去你那边，来停药就会变胖了，就这样了。对啊，停药。对啊，然后就越来越就反弹了。那种像蹦的声音，然后变胖多胖，就因人而异哦。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哦，效果因人而异、哦。没有，我们这个版就要持续吃哦。你要一辈子吃哦，不然你就会回来变气球哦。对啊，而且这种是你不用控制饮食，但是没有用的话，前面肚子猪，前面肚子猪，都很会耶！我的天哪、啊。对啊，简单来说就是卖，可是其实他就是他只是辅助产品，怎么可能会瘦？他是想学钱的，我的。哎呦。哎、欸，我问一下，你墓园下面挖那两格高是怕怪物走上来吗？音乐墓园对啊，两格高哪里？你说楼梯下去吗？楼梯旁边的那一个深坑，我们要对啊，就是方块而已、啊欸。哦，你放羊毛啊？你说用地毯吗？对啊，也是可以啊。哦，玩，因为我就想说地毯。我想说地毯，有时候大家会挥到什么的，就是这样子，就要补这样。对啊，嗯，因为跑太快，跳不太起来。嗯，在那边打下去，有时候会挥到地毯什么的，然后说、嗯、这样子就好了。嗯，叫酱油赔钱啊？哎、欸，不是不是不是，每次都你打的，哪有每一次没有？哪
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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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有几次不是在我身上呢？十次里面几次没有？有几次呢？九成。我都捡到过两次，而且都只有一个。而且有时候我根本没过去啊。嗯，真的。哪一次凑热闹你没出现的？很没有出现的时候，可能挖矿挖太开心了，或者是直接没直接请假没出现，有没有？哦，或是在看减肥广告没出现。哈哈哈哈哈！太认真了啦，很厉害，好不好？他可以想那么多版本，还好、欸。他们刚刚听你这样讲啊，他们刚听你这样讲之后，一大堆都说你不是孤单的，这样有他们也是在看。对，我这边也是，他们有时候看。他们说我也会把它看完，因为太有趣了。对啊，就是把它看完。我是好奇他后面发展会怎样，就除了都会减肥成功，就是看说究竟是怎样，男生有多渣、啊，不然就女生有多烂啊之类的嘛。我每次看我都会觉得哇，你干嘛啊？全世界男人都是外貌协会是不是啊？而且你都一定会高潮三啊！天哪，你一团肥肉，我接受不了你了，这样。你好会演哦！哇，我天哪、啊！你在家吗？他每一个哇，在家。他每一个男主角都会讲这句话、啊。我的天！我很久没有看过广告了。请往这边。我发现每个都讲这句话，就发现每一个的男主角都是同一个。同一个？去哪里？他有没有？你是那种迪士尼的王子吗？身兼数职。每个王子都长差不多。对，每个王子都长差不多。你要辨认都有困难。啊！我认得出来哎、欸。啊，真的？对啊，之前不是有那个连连看吗？就是公主跟王子的连连看。对啊，哦，好像有哎、欸，我超级看不出来，王子我真的看不出来。哦，一样。哎、欸，我也看我唯一看得出来就长发公主啊。啊，也是啊，毕竟他们、欸，你知道为什么原因吗？对，就不是公主几乎都是单那个吗？双亲都死掉之类的。对啊，嗯、因为华特迪士尼他小时候就是双亲死掉。哦、嗯、通常主角都是像辛巴也是爸爸死掉嘛，是、哦、你注意的话都是像、哦、对对对都是这样子，哦是哦，还有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哎、欸，原来嗯不知道还有这样子的，对啊，嗯嗯，啊什么吗？什么的吗？这样想想也是那个什么、啊？你先讲完，我、哦、没有，本来想说《冰雪奇缘》的也是双亲都挂了，对啊对啊对啊，就都一样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假公假啦。嗯，然后那个部门的无限工，那个不会坏的工还在哦，扫掉哦，上次忘了弄，对，刚刚捡到两把，好丢掉扫掉，感谢掉了。我记得之前看到有人说不要当公主哦，当公主都很惨。可是哪个留言说的？是最后都会美好的结局吧？欸、有的哈，又有人说他只是踏进你的坟墓，所以没有后续。然后我就哇，好悲哦！我的妈呀，太悲了吧？这样好吗？给孩子有梦想，一点幻想。对啊，哎、欸，你不是人称梦想教母吗？对啊，像这种那个那种家务事不好管，你是不是教不出来啦、啊？家务事是我的范畴。而且有时候你去那种帮家务事，后面都自己随小、欸、不是啊，这就不要去帮别人的吧？我觉得自主啊，对啊，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對對對，你就常去管人家的事不是吗？嗯、没有啊，我是没有，我是没有遇过，但是建三，你不是常常在当和事佬吗？对啊，可是就是我没有，我其实没有遇过这种事啊。可是我就是最近就前几天听到，就是我那个万人迷朋友他的男朋友，万人迷就是帮忙迷朋友，对，帮忙处理的时候。然后就男女方复合以后，一起来讨伐他。讨伐哦，工会战争。他们来说什么？工会战，工会战。哈哈哈！笑死。就是可能那个女方那时候男方就会说什么这女生怎样的，那女生真的很不 OK 啊，就是会有点会po文公整啊、嗯，然后明明自己做错，还会先po文说对啦，受伤的都是我自己承受，我只适合一个人。我什么什么心已碎，都给你什么鬼耶？
然后 I'm lonely 对，反正就是什么，哎，世界上没有我也没关系啊之类之类这种干话。我消失的大家应该不会想起我的了。我还是适合孤独一个人。对，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笑得很快乐。对啊，他那不就泼中了，或是终于解脱了，放开他也放开我，什么鬼的？终于看开爱回不来，对不对？然后反正我不要问我怎么了，我只是心情不好，我需要休息一下，真的有没？我没捡到。没好，我的，然后我的头，是哦，没有啦，这样有继续，抱歉。然后天哪，那我们大家看是不是觉得这种女生其实就是蛮怎么办？要说什么？没事，他们太黑了，哎呦，好，那我继续。不是就会觉得说，就是很麻烦啊。然后还就是明明男方什么也没做啊，还要照顾女方的情绪，而且女方又是突然发病这样，嗯，就是很麻烦。然后对啊，其实这种真的是蛮让人烦躁的，突然发病，嗯、然后他就哄他，这种是还哄不好这样，不是啊，这不就是放生了吧？对啊，然后后面那个男生就说，哦，那就放生啊，分手啊什么的。后面他朋友就一直哭啊，说他真的很喜欢他啊什么的，没办法。然后那时候那个女生又跑去找她男朋友说，她真的也很喜欢这个男生，她想要复合。然后男生就问说，那你为什么不要去找对方呢？女方就说，我虽然没找他，但并不代表我没在想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呢？好烦了，这两个人。然后男方就觉得说，如果女方想复合的话，那应该就会来找我呀。然后之后他啊，不要喝啦，不要喝啦，谢谢你啦。哎呀，最后他们复合以后，然后就一起骂那个朋友说，啊，你问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女朋友坏话？哎呀，为什么要说男朋友坏话？我的天哪、啊，很惨呢、欸。对啊。散户感情是一律分手啦，一律分手啊！那个分手后不要理，就不要就不关我的事了，这样子。哇，19个我拿到。很秀。哎，我那个防护犬头，我不要，你们看谁要？哎呦！哎，去了，拿来，拿来，我要重装，拿来。大家现在都要防暴卷了，大家现在都要防暴卷了。好，给你，谢谢。大家抢的要死，谢谢你。有人要打户本吗？去吧，我还在挖矿，我不想要回去。我也不想要回去。啊，你对啊，哎，你看，嗯，酱油他们都说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况，就直接就是他就直接删友就好，不要理他啦，对不对？他好像是现实朋友吧，现实同学的，现实同学也可以断啊，你就现实遇到他，然后跟他切八段。对啊，你切八段，我跟你切八段。不知道哎、欸，那时候我那个万人迷朋友就跟我说，因为绝交很尴尬啊。我说哦是哦，好，我要继续当朋友，感觉更尴尬。哦是哦，当朋友就不尴尬哦。对啊，当朋友更尴尬吧？我的天！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对，你怎么越讲越小声，心虚了吗？没有啊，因为那时候我听到我就蛮无言的、啊，因为就是我常平常就讲那女生的事，那女生真的是很爱 po 文讨拍。哦，那种。今天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只是心情不好。然后呢，底下说怎么了，宝贝啊，是。然后一开始是没有人回他，说真的没人关心我。怎么关心我都是耳男。觉得不舒服。留言那种哎，就是说什么哎，今天的事我真的很难过，留言下收。啊、没有，因为下时候我觉得那可能是不想要让就是有一些没对这事没兴趣的人，然后感到负心啊，负面的情绪啊，这能理解。有这个还非常很明显的讲出来，对。下时候，那我就看到别人下时候128折，哦，是那种写小作文的啊。或者是乙编辑，哎，乙编辑加油，乙编辑也有啦，小编私信哦，乙编辑也蛮多的。里面也蛮多，可通常以前里面的东西都是，里面那种不好说的事情，车吗？看来杰克懂哦，我不懂哦，哎呦。你刚刚不是自己先讲那个编辑哦？哦，没有啊，就是有看到过嘛。哦，
哪一种的、啊？不是啊，我是说 F B 里边讲不是吗？就是欸、对啊，你很多啊，很多、啊，对啊，没错啊，对啊，没错、啊，很多不一样的呢。我们没说什么呀、啊？我不懂，我不懂。那个中介的僵尸王还在呢？啊？为什么？他在上面呢、啊？我不知道啊，没有玩家在那边刷新他、啊，还没升新的，所以是要在中介离远一点，然后让他不见这样吗？不是啊，他地上不是说升新的会洗掉？可是不是已经有升新的吗？在主世界，还是要在中介升一个新的？应该要在中介吧？要在中介升一个新的，有人在中介才行。菊苑你怎么看？什么东西？有那个、啊、有一只僵尸在那个，有一只在上面。你还记得他卡在中介？你还记得你上次那个盒子不是卡在中介旁边？然后那边刚好升一只中那个 boss 僵尸王。那时候影月的盒子、啊哦，是影月的盒子哦。啊，对啊，我的啊。哦、oh, 对啊，然后那边就升一只 boss 啊，在上面还不能去砍他，因为砍到中介门，砍到中介龙，满传送精英江江到负700多，压死！他直接撑下去啊，直接下去，爸爸下去，下面好冷，下面好黑，听起来好可怕哦！天啊！上片让我看看，时间限制成0.6。哦，好像还好，还可以吧。嗯如果其实一个人打，那我觉得时间完全花不到。那你加啦，我还以为你在加呢。我不在，我现在是个勤奋的矿工。嗯，耶，我回来了。景物TP进副本。我只是回家，我不在。因为你怎么这样子？啊，我现在真的把那个标语改成警告：雨月，你很懒哦。你很懒惰哦。哎呦喂！哎，小雨这一只，嗨，这一只，哪一只？这一只，哪一只？绿绿的。哦，等一下嘛，我先打这。不过我所感觉绿绿的不一定会掉啊。再补，再你上次没听过啦，你上次没听过，改过了，好像改过了，不一定啊。绿绿的不一定会掉。对啊，你不是有说绿绿的不一定掉什么东西吗？对啊。我记得你有讲过哎、欸，绿色的叶妹，叶妹、哦、是叶妹哦、喔。啊，那为什么每次打绿绿都不会掉了？哦、对啊，我刚打了一只，对啊，我这只也没掉。我看看，我看看，因为真的已经很多只了。你是说石头吗？对啊，可是我刚刚打一只有掉哎、欸，可是已经打了两只我都没有掉。那你们是打叶妹是不是？叶、啊、妹我。没有，不是叶妹、啊哦、没有啦，打一般的。我记得有之前有找到 bug， 然后这个好像，我改一下哦。好，有看到，然后主动跟你提报，这样可以吗？我记得有看到 bug， 那我修完好像修的是另一个版本，不是这个版本的。哦，原来如此。小米哦，米弟。哦、哇，小雨是哥，你弄的是多少血量的啊？12倍啊！哦，一个人12倍比较好打一点。啊，哈基，我跟你租装备，租对吧、啊？他要租你的钻剑，不，玉髓剑，整套，我要你整套衣服，然后整套下去打，跟你分赃，如何？好像不错哦，可以哦。有出租哦，商机出现了，我上次就有讲啊。可以哦、欸，可以哦。对，突然发现商机，以后他今天是叫卖那个全套战装5G。你再讲下去，我就是趁你进去，我把烽火台关掉。坏了。哎，我烽火台，我刚就是基本上不会扣血。对啊，真的假的？对啊，对啊，一个人打的时候。嗯，所以有烽火台之后算好打了。嗯，大家都能赚钻石喽，够用。
可是就感觉好像搞得变成单刷副本，对啊，就有点可惜的感觉。对啊，我就去关掉啊。不然就是要那种团队的奖励比较迷人，迷人，对，比较迷人。那就是那个、啊、什么组队，组满几个人多0.25之类的，对啊，加成，切为加成吗？对啊，这样就会引发大家想要组队。说像那个啊，一样是伏魔网有没有？再加1.1。好，注意到这。好，我知道上次的问题在哪里了。哎、欸。就是他，你玩家达成某个条件之后，你附近会有只怪会有这个绿绿的嘛？然后那个绿绿的呢，我原本是设定最近会有一只会变，那、然后那时候改成是随机变成随机的，结果变成是其中你附近的某一只怪会变绿绿的，另一只怪会有掉那个真的死什么的死。哦、oh. ，难怪我刚打 boss 那一只有掉真的死，啊绿绿那只没掉。对，会变成是、oh. 另一只跟那个分开来了。会变成绿绿的提示说这附近有掉，这附近其中有一只有、哦。哎、欸，这好像也不错哦。到啦，改回来了，改回来了。到底是哪一只呢？你再找找看哈。我觉得这也不错啊，就不会通抢绿色的啊。很坏呢。有点像抽奖概念呢。嗯，但它的随机是50格内。哦，好吧。哦，太远了吧？这个有点远哦。我藏在哪里自己找吧。嗯，哎、欸，各位，50格内会有绿绿的哟，会有真能石，赶快去找吧。那种宝藏哥布林，边打边掉钱。嗯，哎、欸，我之前大学室友说我很像哥布林。啊啊、哇天哪、啊！是因为我口袋都很多零钱，然后每次我只要去我们那时候浴室洗完澡出来的时候，他说你是哥布林哦，为什么那洗手台都是钱呢、啊？会掉钱。我想说第一个我啊，你怎么没有啊？不是，是说我的行为。对啊，我也想说你的样子，这也太人身攻击了吧？但是我的行为很像哥布林，很好笑，到处都会掉钱。哥布林不是绿绿的，然后。吓死白痴！好笑，突然想到你，会不会你今天讲一讲，明天 P 图就出来了？不用啊，明天等一下，等一下哥布林就有了，等一下就有了，不用明天，等一下就会有了。等一下哥布林，你画的画很可爱之类的耶，这么多美术风的啊，可爱风的那种，可爱风，但是写实的啊，天堂的那一种啊，写实。什么哥布林杀手那一种吗？对啊，哎呦，很恐怖哎、欸！我的天哪！哎呦，这里是哪里啊？哎，那种哥布林跟史莱姆好像都是动画漫画里面是最弱的。没有哎、欸，没有啊，最近有，最近没有啊？对啊，最近的几部都开始，都还蛮强的、啊。对啊，有现在都很喜欢反反操作，真的。尤其是最近我们在看那个老动画，更有这种体悟。嗯嗯，本身成为哥布林，对不对？哈，不是看错误，哥布林了，啊，等一下，史莱姆杀手吗？史莱姆杀手，史莱姆杀手，天哪！啊，最近都反操作，是最弱的生物都是最大只的。对啊，龙啊，以前都很强，现在都是最弱的。嗯，跑去下棋，跑去下棋。我记得是吧？不是暴风龙吗？对啊，那是我最喜欢的角色哎，他实在太可爱了。哎呀，哎呀，这为什么会这样？有反差，可爱。对啊，喜欢反差。苦力怕是不是会把掉落地上的东西炸烂、啊、哇，你好聪明哦！哇哦！哇，你的这个新发现呢？你怎么推了一只苦力怕过去啊，熊猫团团？啊，我刚刚打死他，但是他就下去了。你说你要谋杀我，你知道吗？有谋杀。相信你，相信伙伴你的力量。刚刚有任务是这个吧？推队友下去之类的。去看，赶快去看一下任务版哦！来去看一下，我记得没更新，没有，除非他没打掉，没更新。嗯，可恶！我刚刚杀掉一只绿绿绿绿的苦力怕，然后又从天而降一只把它炸烂了。
那你就没东西啦。对，我就没东西了，这是阴谋吧？因为上次你说借符盒不见，我们就是跟你讲，还好你借符盒没有掉在地上被炸掉、啊、你有印象吗？有印象啊。啊，对啊，是安妮，就是安妮啦。嘿，只是怕你的财产归零而已啦。对啊，所以你那个到底放在家里了没啊？我放家里啦，我已经放家里了。那你床带在身上了没？我床带在身上啊，绿色的。你很乖，你很乖。乖哦，你看你早点听话就不会被骂了啊！哎呦，我想一下，你讲，我就想被骂嘛，我就想被骂嘛，就想被骂，我就不想被骂嘛，早讲嘛，所以你要说啊，我就还骨啊，啊，我就认枕头嘛，认床嘛，那你就前面那张带出去，对啊，不是家里就装那个位置，我没办法睡。哇，你家里那张风水要对是不是？风水的就对了。我是真的遇过有人说他要在那个位置，他头一定要朝那个地方，他才睡得着。有，好像有印象，你有讲过这件事情。那时候我也觉得很神奇，神秘、哦，很神奇。对啊，认风水。但后来很辛苦吧？他出去玩的时候。很累耶、欸、还要找到 OK 的。嗯，太累了。可以给你换位置吗？这个位置我不太 OK， 剩下。哎、欸，我还是觉得不太 OK， 可以再给我换一下吗？这样子他出门是不是要带指南针啊？确定方位、啊？没有，对、啊，带八卦。我觉得都要带八卦盘，带八卦盘进去要看一下。哦，这边风水不好呢，我可以换一间房间吗？啊、这边好像出过人命呢，哎呀。哦，这个梁压在那个头上，头上睡觉不好呢。啊，我想说那什么进来就不进来房间不可以马上看到镜子之类的。嗯，然后这个我倒是看镜子我不知道哎、欸，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讲的。我知道你起床不能对着镜子，对，不能对镜子啊。我只知道开门不能看到床啦。欸、哭 啊, 啊！没有，我的意思是。没有，我的意思说就是床摆的那个，它不是有直的跟横的吗？直对，直的不要直接对门，这样就是你的床位不要对着门。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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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各种风水的那个。白天难道啊？其实他这样讲蛮有道理的。如果哪天睡觉起来的时候，一起来看到一个人在门那边看着你，我吓死了。所以这是尴尬死嘞。所以有人讲啊，不要化妆，化完妆卸，哎，还没卸妆就睡觉啊。因为你早上起来看镜子会吓到自己啊！你让我想到以前我上课的那个地理老师还历史老师忘记了，他就说他之前去洗手，他就会拔眼镜，然后看到那个镜子以后，然后就会发现就会因为很朦胧嘛，他就会自己觉得自己就是朦胧美很漂亮。哦，直到有一次他去厕所看到了真正的自己，他说他再也不去了。你说怎么这么难？这么夸张？我听起来就觉得好笑。没有，那个鞋子没摆，不要摆整齐，那个是在住旅店的时候吧？对对，都不要让他找到你们的位置。对，那是住旅店才会有这个。不能摆整齐哦，真的假的？就是你要在床边上给他乱丢。对啊，就是。不要摆，就是你稍微歪歪的就可以了啦，不用一定要说就是一个正面朝上，一个正面朝下这样。哦，就是可能有点内八那种那样子之类的，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好了，对吧、啊？然后还有就是进门前要敲门嘛，嗯、敲完门后要先去马桶冲水，这样啊有哦啊，马桶冲水有、啊、有马桶冲水嘞。我的东西先冲走什么？我只要住房间、旅店、房间就是这两件事情啦、啊，但是不知道还没有多做的事就是了，我只知道这两件。其实之前会很 care 哎、欸，直到自己真的做民宿以后，就觉得其实都还好。是哦，我自己是觉得说，就记得的话，还是就做一下吧。对啊，就是你自己扫以后，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在扫的时候，那马桶水已经冲过十几次了。欸、就可能刷一下冲一下，刷一下冲一下，不到那个客人喝没喝完还忘记拿，还放在冰箱里面的那个饮料的时候再冲一下。欸，哈记八字不是很重吗？不是，可是他不都遇到吗？对啊，都有遇到欸。重跟那个什么会不会遇到是两码子，只是变成是他可能看不到，但是会有一回事，你知道吗？哦，对。那难怪抓鬼都会被找。欸、我跟你说，我认识哈记，然后跟他出去集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事。哇，我原本以前真的是觉得阿八之中就不会遇到啊。
反的，你知道吗？我也不想啊。八字重归重啊，他想来跟你玩，还是会赶着找你啊。对啊。我疯狂的念阿弥陀佛，没事没事没事。没有，搞不好他们有那个啊，就是他们那边也在说，哎、欸，那个人界都在说那个八字很重，不会遇到。来啦，我们去挑战一下啦。对嘛，找到屁孩的不是吗？之类的、啊，对。怎么会有屁孩啊？好像挺有道理的，是吗？屁屁的鬼，对啊，屁屁的鬼。骚灵，骚灵，这个骚灵，骚灵，骚灵。给，请给我哈记。哎、欸，这女士不爽哎、欸，真的就是哈基去，然后鬼就直接出来。要找他去了，好、欸、吧？这是我很气耶、欸，而且鬼会直接穿过我们，然后去找哈基。对，那喊了十分钟，没有半只狗要出来找他们，那边顶多是忽大忽小。然后我想说，好、哦，你们这放的摄影机有点歪，我进去瞧一下。一走进去，马上鬼猎杀，直接变猎杀模式，直接杀我，气死我！我们算是。我们算是这样子啊，我们在那边喊半天，然后我想说，哎、欸，那我躲到衣柜里面有没有用？我说躲到衣柜，就看到鬼从我面前走过去，然后直接去找阿基。好惨的，为什么？你好棒啊！气耶，气死哎、欸！我想盖鹅卵石制造机了。阴鬼体质，真是阴鬼体质哎、欸！为什么鹅卵石？团团，你是用丝绸啊？因为我缺石头啊。我是丝绸之处啊。那等一下去跟你领。嗯，你缺很多石头吗？你知道隐月家的石头被我搬光了吗？炉子里面的又拿光了吗？哦有哦，好好，没事没事了。炉子下面我又有烧好的一些石头。好，危机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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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如果真的没有，你去我的那个仓库翻一下，应该很多。好，我那边有墙上挖一下，墙上挖，墙上挖一个洞。哦，对啊，我们还要再引三只村民。哦，上面的那个。对啊，到底怎么不见的？我这边好像逛完了、欸，团、团在哪儿啊？啊，我还在外面啊，你可以过来我这边、啊。就直接鱼骨啊，直接鱼骨。对啊，我现在就是晃动晃完之后再继续鱼。鱼，哎呦，鱼，好大的鱼！现在看到铁矿都还是会想挖。别说了，换钱呢、啊？可以换钱，五小补。money money。你有没有爱上我？没有，满地都是，满地都是啊！哎、欸，糟糕，我这是丝绸之处的挖不起来，完蛋了！挖什么？还要挖煤炭、啊啊、你不要用幸运挖会比较好啊，可以多带几个，你知道吗？他只要是马上要用，马上要用的，不然我挖给你 ，OK， 我给你挖给我。哦哦、我想说挖以后，哎、欸，我的煤炭怎么没有增多？哦，煤矿。已经变成煤矿，不是变煤炭。对，已经变成煤矿了。我觉得空、欸、有空搜，搜索。你刚才讲什么？你是介符合、啊？你被电到是不是？介符合、啊。好，我们之中有个叛徒，抓到了，抓到了，抓到哑包。你说哑巴是哑巴哦，哑巴哦，你是哑巴哦，哑巴哦。哎呀，挖不起来。哎，洋洋，你到底没开麦吗？这是用啊，我没开麦哦。感谢你，感谢你。没有，你刚刚是都觉得没有人在理你，还是你刚好都接到话？我们都刚好接到话，我刚好都接到了。是呀，很会接哦，接话大师，完全没有。你好像从我们刚打 boss 就没有讲话哦，完了。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次只要人没开麦，好像都会接到话的感觉，很奇怪。然后都没发现，不会啊，太刚好了吧？啊，外传子，他水剪没事啦，遇水而已。没事啊，再冲一个啊！你有的是钱。有三条攻击伤害。没事，才三条而已。那你为什么不要防暴卷轴？哦，因为我防暴卷轴给别人了。啊、哦，那你为什么不拿？那你干嘛不拿？我想说你现在在问别人、啊。你可以讲啊，我可以卖回去给你啊。我
我想说你们比较常去冲装啊，那我没有差嘛。不是，你现在是不是冲装了嘛？那、啊、你现在就是不是在冲？现在是不是冲装？你那就是看到路边那个乞丐，钱都给你，然后自己就我没钱了，我要给怎么办？你为什么要给乞丐钱？哦，因为我觉得他比我需要钱吧。哦，那这样早讲啊，泱泱，最近哎呀，我也要钱。最近工作室的电费有点贵的，肚子好饿哦。最近快要被压垮了。应该是自己最穷的吧？为什么是郭涵？因为你说因为跟你还有用啊，对啊。是前提是我不需要那个东西。你不需要啊，没错。不需要。那个乃身外之物呢？不需要啊，那你省那个乃身外之物要省啊，对啦。关一下天气啊。哎呦呀！刚刚省钱呢，我不需要。啊！需要省钱。如果我哪天能讲这句话，我会蛮开心的。没有，不管谁都会开心啊。对啦，真的啊。哪天如果有实力收到这句话，我这句就很厉害。真的。来来来，这一碟送你哇！来来，这拿去吃饭，然后递出筷子。哇！哇，很实用哎，还蛮实用的啦，哎，还有环保意识哎，错不错？我觉得会说出我有的是钱这种话，人真的很厉害。不是啊，那个真的很难提啊，对啊，真的很难达到啊。有些人就真的是这样子，对啦，很屌，真的，他是真的有钱，我真的无聊。真的有钱，真的很屌，真的无聊，真的无聊，真的无聊，穷了只能选，真的无聊哎，无聊，无聊哎，那我也感受一下你的无聊吧。哎呦，对，我也好想感受一下，想感受一下，我愿意，我愿意。我真的很无聊哎，难怪你会，哦，真的呢，怪呢，难怪你会喜欢这种感觉。钱太多，好无聊哦之类的。我想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买，是不知道。真无聊，人生没有乐趣。哎，我是真的有遇过有个人，他说他这辈子对钱完全没有欲望。你要不要看一下？天哪！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妈妈给他太多钱了。好夸张哦！然后我可以说上一代很成功啊，对吧？他妈妈是校长。哦，那他妈哦，笑场了。然后我听着就，大姐，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大姐。他那个兼任大姐，完全没赚钱啊，工作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然后他说他一直换，他换第六份的时候，我刚刚说你不要一直换比较好吧。然后他就说没有啦，因为我妈妈说这份工作不好啊，钱太少啦，还不如我给的多。然后哇哇，爽哦！你要是爸爸，是爸妈妈耶。富妈妈，富妈妈，富妈妈，缺女儿吗？不想努力了，阿姨不想，阿姨不想努力了，不努力了，赚钱的吗？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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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你还想要你的 PS 5吗？各位，我还在吗？你还在啊？还在啊？你怎么了？你感觉你不在了吗？给我个信号。给我们个信号，信号，希特酱油，听不到我们讲话，他是爆炸，希特酱油，哎，我是断线的吗？喂，听到讲话吗？加油，加油，只有我断还是大家都断了？哎，有灵球，有灵球，有灵球啊，有，哎，你知道我刚刚是突然瞬间安静哎，很好啊，这个世界就只剩你一个哎。对，那我就说，哎，我断线了吗？我断线了吗？我断线了吗？那所以你现在是听得到我们讲话吗？听得到了。啊？你们觉得难过？我想说，奇怪，怎么世界断线了？我就看一下我的网络是怎样，我又要断七个小时了吗？哦，你一断就七个小时，太久了。那我的网络很扯，我的网络是这样子的，它浮动 IP 跟固定 IP， 然后它浮动 IP 随时会断掉，然后一断的话，大概就是断五六个小时，然后可是固定 IP 还能连。那你就只能用固定 IP 啦。嗯，对啊，就是很莫名其妙。可是我现在是浮动，所以我本来在想是不是断了。那为什么你不用直接用固定啊？他会自己给我连回浮动啊。哦，吧，我想说如果要那个吧，要拨号，然后你才会主动连上去啊，不然他会是很麻烦。就是以前你要在那边连那个拨号机之类那种，就是如果有你有申请固定 IP， 都要另外再拨啊。
是哦，很麻烦，对啊，好麻烦哦，很麻烦。所以固定 IP 真的有比较稳吗？还是还好？我觉得有，应该说他会调一些比较稳的线路给固定 IP 用，所以照理来说 会比较好，没错。可是就是固定 IP， 如果你 IP 给别人知道，是不是就完蛋了？他想冲卡，你就再打去跟他说你要换一个固定 IP 就好了。就真的啦，就是比较麻烦，就是这样的、欸嗯。我被冲康了，帮我换一个。我被冲康了，不好意思，我要被害了，可以帮我换一个吗？啪！等一下如果世界安静，我就大叫。哎、欸，我以为你们刚刚听得到，我骂死你，跟你讲。可是你大叫，我们听得到，你听得到，我们听得到，对啊，我骂死你，跟你讲。我一直在回你。我刚刚啊，我是断线了吗？哎，我是断线了吗？我想说，大家会不会听得到我讲话？我先关个麦好了。我是断线了吗？我们还回你说，对你断线了，对你断线了。还有灵球，还有灵球。对啊，我发现灵球跟刺骨寒温这样。嗯，哎，不知道你不知道通灵，对他们不管他没有回应。艾丁一脸懵，说你也攻三回。求有主，有骨头，有骨头。笑死！这个游戏，我真的觉得猜那个绿烟的机制，让我觉得好好玩哦。你就猜到底怎么说的吗？就跟之前那个票一样吗？票的话比较简单啊，这绿烟就好，比较困难。嗯，因为我刚发现，所以你有头绪吗？我刚完全没攻击耶，旁边就一只绿烟的过来。好哦。就觉得让我越来越头痛了，因为我记得哈记不是有说，如果猜到底那个绿烟机制是什么，是会给奖赏，是不是、啊、给钻石，然后下次再变啊？对啊，嗯、还要变哦、喔！对啊，当然变、啊，当然啊，当然、啊，如果被发现，我以为就这样子。我发现后应该会大刷一波，再跟哈记讲这样子。哇，还真没塞哦。没关系，先刷宝，先刷宝。你只要发现大刷一波，没问题。嗯，没有，就是说你要，就是你跟哈基谈条件啊，说直接多少颗多少颗，有吗？可以耶。那大家回你说不要谈，你去大刷十波都可以。好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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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哦，哎、好饿，为什么听到这个会好饿？等一下，好饿，不是，我突然觉得好饿，好饿死！为什么？这个是那个、啊、美少女战士、啊，美少女变身，美少女战士啊，美少女战士。哎、欸、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欸，哎，我就是美少女战士里面不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绿的那个女生。我不知道什么，我都刚刚就脑中想到他，突然想到一个东西，想到那个东西叫月亮虾饼，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你看，是不是你的意念传导让我觉得没有？我不知道。我想吃月亮虾饼，我想吃月亮虾饼，让我觉得很饿。好像有人在抢月亮虾饼哦，好饿，有点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呦！但是，哎，然后今天我们去看那个。就是看电影嘛，嗯，然后不是前面都会有预告吗？哎、欸，那个现在真的是什么都要画长大后、欸，哎，我的天，哆瑞咪，对啊，哆瑞咪也要长大后、欸，哎、哦，哆瑞咪长大后，我看不出来谁是谁、欸，我看那部好像还不错看耶、欸，那个是谁？长大后吗？那个不是吧？是，同一个世界观，可是主角不是他们。对啊，哦、真的假的？对，那是不同的那个。我也是学生啦、欸，但是他们会去找到长大后的哆瑞咪他们。哎、欸，我想说他们长大后怎么好像整形了一样？对，我跟影月在那边想说奇怪，为什么长大后那么不得？那个不是他们，我就一直疑惑，是吗？不像啊，没有特征啊。主角不是之前的那个，不是哦，金色头发。有啊，有特征、嗯、没有特征，没有特征，真的是没有特征。对啊，完全不是、啊。没有啦，我做特征就是橘色头发而已啦。橘色头发？啊？是啊，哆啦 A 梦不是红色？没有啦，雨月啊，雨月啊，雨月，雨月不是橘色，它是褐色吧？橘色、啊？对啊，对啊，它是褐色啊，橘色的。哦，衣服橘色，没有，我想头发是褐色啊。然后他长大后，他没有那衣服穿不下，然后就把那颜色染在头发上。我听到了，完全一个道理。哎，我之前还在想说，是怎样长大以后发现那个发色太突兀了，把它染淡了，是不是？没有了，太二了。
哦，欸，可是那个我觉得很好奇耶，他怎么这样子拍我很好奇。很想看，其实我蛮想去看看的。你说有点好奇啊，到底要怎么拍？怎么拍你很好奇是不是？对，拍团团一下而已啊，有多好？哎呀，不是啦，怎么拍我很好奇？怎么要怎么拍你吗？对啊，不就咔嚓一下就好了？哦，咔嚓哦，咔嚓哦，咔嚓哦，对啊，咔一下。哦，你们在想什么呢？咔嚓咔嚓啊！你怎么开始打啦？有啊，现在就要单人刷了。现在的 meta 是单人刷，单人好吧？趁你打的时候播广告。我这秒是怎么三秒才变一秒啊？现卡，大家在外面晃吧。现卡，啊，有没有单？我有单努力掉落物啊，我都把掉落物扫掉。现在因为那怪走路都超慢的。那我清一下掉落物吗？啊。对啊，还好哎，是还好。可是我们都在同一个那个点，是我跟酱油在同打的时候，其实就卡卡的。嗯，卡卡的，指定到时候再修化一下。对对，优化优化优化修化修化。没有变动啊！找不到之前的矿洞，好来看哈基打矿洞。之前是多久没有去？很好打，我刚打就很好打。哎，那你因为怪真的走太慢。对啊。精怪出现了，在哪里啊？哦不，看到了，在山上那个苦力帕塔那边。好。哦。有亮亮的光点。嗯，看这个身形，有灵球，有灵球，又有灵球，灵球。哎，他们有人说，虽然电影那不是演他们长大后啊，不是啊，但是好像小说有写耶。朵莉不是变老师了吗？哦，是哦，这我真的不知道哎。哦，对啊，对啊。你剧透，现在我没杀啦，他那个是那个呀，他那个是有人直接 PO 出来宣传图啊。嗯，因为很多都是之前都是那个同人的作品，对啊，就是这种东西很常会跟同人的混在一起，就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有人 po 说是官方图，然后哆啦咪变老师了，哦，然后其他的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就在想，哇，哆啦咪居然能当老师，那可以啊，他可以通过魔女试验的考试，可以，对啊，很强哎，虽然很多次其实都是。作弊来的，顺带被震动上去，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一直出锤、出锤、出锤。我是全世界最不幸的美少女了，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哇，你也是记得蛮清楚的。啊，我就只记得这个呀、啊，剩下就不记得了。好好好。还有那个小桃子啊，我就只记得这两个人而已。啊，蓝色叫什么名字？蓝色不记得了，小爱，小爱啊，哎呀，我叫雨月，雨月啊，雨月啊，你知道雨月啊，你知道雨月，我也知道啊，我叫雨月，知道啊，哎，我弄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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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有谁，那个雨月、小花、音符、小桃，还有谁？没了，什么小桃？小桃是谁啊？你很熟小桃的吗？小桃子，小桃子啦，小杰嘛，对，小杰，对。小杰，你都没打，你仇恨转移了啦，傻眼。小杰不是那个头发重复的那个。哦，所以派大星啊，派大星，小郭，我知道，因为派大老叔叔。好，好可怕哦，我也觉得蛮恐怖的啦。嗯，恐怖。而且咒语，我只记得哆来咪的。没有，因为就最常听到嘛，之前。对啊，我本来跟别人的比较熟哎。对谁？谁？在打鹰嘴。雨月，我那个雨月，我只知道什么拍拍泼泼，不知道。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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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
林月，你等下最后的时候可以示范一次吗？太过了！少女嘛，关台的时候，要让我们可以有完美的轻松生存 ending。我们就可以赶快去睡觉了。哎呦！看叶妹飞那么慢，我也是很开心啊，仿佛时间暂停了一样，慢慢打，慢慢打。真的，叶妹是想追我啊，哭啊，哭啊，你们都不要起飞，我全部在地上直接揍死你们。好派，我真的建议你不要来带燃烧啦。因为我一直想用别的剑啊，但是用刚刚、那一把有啊，你就不用防爆卷轴呀？啊，你不要凶他嘛，你也不用的啦、啊，你装备没多好啊。啊，等下嘉文说我很硬啊，我还尖刺哎、欸，我很硬，我跟你讲，他全身都尖刺、欸，我还尖刺哎、欸。你请哈基砍你一刀，究竟是你先死，哈基先死，要不要？哎、欸，对，我好哎、欸，不好说哎、欸，哎、欸，矛盾大对决，我好想看，我是不敢死的，我赌哈基会赢。哎、欸，所以可以那个吗？就是隐约讲完那个咒语之后，就你们两个谈。再来一个矛盾大对决，什么东西啊？那这样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冲我的坚持？你还要冲？哎、欸，小雨，小雨，小雨，哎，我要挑战把它冲到十，这样。请问十的封印跟十的坚持究竟是谁会赢呢？谁会赢呢、欸？我看一下，我觉得哈基会赢呢、欸。哈基会赢，因为酱油没有保护啊。对啊，我也是这样讲。要不要砍一下？除非酱油有保护，我们来插。那哎，那我为了要跟矛盾大对决，我还要把我其他的装都充保护哎、欸！哇，不用啊，你只要充尖刺而已啊。我尖刺充到十与十，这样就是他不要穿装啊，然后我只穿那一件装啊，然后他砍我二十四。哎，没有啦，那应该是你只穿那一件胸甲，然后他也只穿胸甲，这样子你们盔甲值就一样啦。啊。对吧？要这样子才比较准。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没有，我现在很期待。我也是蛮期待的，很久没看到凶杀案。我现在在存钱。凶杀案。我现在是个认真存钱的人。就是功力啦，因为尖刺是几率性的、啊。对啊。而且尖刺是你看你尖刺越高才会反得越痛、啊欸但是欸、可是你知道吗说到禁忌这种东西在用在酱油身上我不敢相信啊。啊为啥哎呀你那个骰子骰运你跟我讲是怎么回事啊、哦、你搞我说、欸、我不信来现在砍来我不信来开砍开砍顺带一提有人在家吗有啊有啊哎、欸、不是认真赚钱的女人你回来干嘛身上满了我要先回去换钱换钱赚满满回来了，是不是？他赚饱饱了。有谁在家？我知道泱泱应该在，尝尝看。然后摔死吗？来来来来来，我准备好了。飞高一点，飞高一点。泱泱在家吗？飞起来，泱泱飞起来，对对对对对，飞起来，泱泱飞起来。我没有。飞高一点，飞高再高一点，再高一点。高点，高点，高点。高很高很高。哇，好高哦！泱泱，有种你 TP 泱泱，有种你 TP 泱泱，有种就 TP 嘛。我 TP 了，哦，飞起来了，飞起来，飞起来了。它绿绿的，哎、欸，为什么你又绿绿的啊？我就是杀掉那个苦力怕，然后结果那个苦力怕马上就是前面那只绿的死了，后面那只马上被蓝绿。哦，没有，那个好像就是，你知道哈基有说可以砍砍看吗？嗯、现在哎、欸、没有啊，它绿绿代表我们附近的人要砍砍看。对耶，哎、欸、没有是可能是团团或是、就是、那个玩家了。哎、欸欸，你绿绿的表示他那个团团有机会掉哎、欸。哦、对啊，因为四格内唯一有机会就是团团，打我团团，我还没回家、啊。耶！嘟嘟嘟嘟嘟嘟嘟！哇，你嘟嘟嘟嘟，我这边刚好那个垃圾车响起来，嘟嘟嘟嘟嘟嘟，我想我太猛了吧！嘟嘟嘟嘟嘟嘟！哎，蜜蜂的蜂箱要怎么那个啊？嗯，拿蹦出来，你要有那个啊。哦，你说里面生蜜蜂吗？就是要怎么弄出蜜蜂农场？哦，你首先你要有那个嘛蜂巢啊，你要提前先繁殖一些蜜蜂，让他们住进去。嗯啊，这样讲懂了吧？它蜂巢要满的，然后拿剪刀剪它还是干嘛？那我这边建议你养在中介会比较好。
中介，因为中介为什么中介没有日夜，他会拼了命在狂刷，他会一直工作。可是我们就在常挂在中介啊啊没有啊，因为几秒钟几秒钟就一次哎、欸，这么快啊？对啊，哦，劳工哎、欸，他产蜂蜜其实很快、啊。我的天，只是满了之后他就不会再那个。我都想把蜂蜜搬到地狱去了。你要蜜蜂、你要蜂蜜的话，你就是在那边挂个几秒钟这样，对吧、啊？就一定有人去修装嘛，对不对？的话，嗡嗡嗡嗡嗡嗡，解壳他去，你们去做工。我要压、我要去压榨劳工，我要去压榨劳工。尖刺防70%攻击，反弹攻击30%，30%而已啊。有人说的，没事啦，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可是哈基攻击的30%还是会直接死、啊。哦，对啦，欸、可是刚哈基，我现在身上的装备一定是比酱油好一点哦。他砍我一下是。八格哦，哦，八颗星呐，所以是16格，八颗16机票，嗯，所以你觉得他反弹又去洗了一下啦，啊，更痛，我那个这个伤害我上面是大概是800多啦，860，太多啦，你可以一刀杀4个人，对，好爽啊，夸张，太夸张了吧，太夸张，夸张，859，1，1，已经。造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神的剑了，套装备吗？该nerf了，超级神剑，超级剑，神剑闯江湖，超级剑，有机会抽有这一把哎、欸？为什么？你是说套数值吗？套装备，是下面套其他装备啊？哦，不是，我是说，就是下面的我这把剑的数值没有到最好。Wow、你说附属这样吗？对，附属。哦，可是就是你主要的那个就已经 OK 啦，嗯，对啊，因为它本身攻击是7嘛，然后我加了3条攻击伤害、嗯，就变成是说那个啊，你现在，现在，没有说你现在就不用再承担会爆装的风险，除非你要做事去付不死克星、啊，对，别让我付了。啊，没有了，不死克星要提前付哦，你要提前付，那那把就不会有爆装啦、啊，你进行啦、啊，啊，不用怕了，增加了，增加吗？有啊，他习属性可以啊，就是他现在只差习属性的那个啦，嗯，你们光碟都放哪？不是上面吗？放那个、啊、外面那个箱子，就是放就不要的可以放那个箱子啊，对啊对啊对啊，哎、欸，我还有一片，我想说，对啊。什么？还是这几个？我把我的丢进去，我又要再回家一趟啊！你到底身上有多少东西啊？对啊，没有，我就把东西都放家里啊。嗯，啊，怎么又要回家一趟？钻石啊，光，我想把光给拿过去放上面。哦、刚刚打到三，打到三片，不用啊，不用啊，不用啊，啊，不用吗？哎，身上还有，那、啊、我的，要不要一起进去啊？好、哦，可以啊，来走。人花、啊，我也要，我也要。哈！哎呦，感觉等会累个到爆啊！好，这样才好、啊，怪都不会动。等一下哦，大刀妈在哭他啥哟？而且快白天了。就是、对，快白天了。这样怪都不会动，是不是可以加时间？对啊。哎、欸。然后时间也会累个，有没有？对啊。对耶。可是我回来一次就好了吧，先试试看加一次。感谢。哎、欸，你说你们放哪里啊？放外面这里啊？对啊，这个箱子啊。那我也放这边，白色的这个吗？这个。哇！有有有有有有，我要来了！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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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哇！看到了，这样我也想参与他。哇！要那个，要那个了，真的要那个。血量变8啊！不行不行不行，会太多人哦。那个一个人要去解决其他人的那个 boss 哦，如果有人死掉的话。对啊，嗯，哎、欸，我的那把，那我燃烧，我敢说乱砍，有没有人自己有一把剑呢、啊？我会燃烧，我不敢。你跟哈基猪啊？对啊，跟哈基猪啊。我刚刚为了弄剑，然后身上没有钱。没有，你等下就有钱了、啊。对啊，你先跟他那个嘛。我死掉了吗？那就现在、啊，你用身体还啊。
出一次十钻，十钻。哎、欸，好了好了，那、啊、你一个副本结束是几钻？就十钻、欸，十钻啊，基础就十钻 啊, 啊。所以你只要拿他的剑，然后有办法撑过那个加光碟，其实就是赚的、欸。对啊，对啊，对不对？其实是赚的，可以再少一点吧？觉得你可以放那个血量啊。血量先放一点下去吧。血量，啊、我的血没关系，我两把刀血，我的是八倍的。哎、欸，我的哎、欸，我的也是 H 1耶、欸，我是 H 二。我有一把剑是加速剑。你要 H 几？拿一把剑来打。我血量吗？我这边丢了两个血量进去了。那两个血量这样是多少？四十颗。哦，这样就1600倍啊。哎、欸，有 bug 啊，阿纪。啊，怎样？1600倍。两个乘四的是四倍嘛？倍啊、乘以二。对啊。挨个八倍的乘以三，这样正常吗？好吧，没事。啊，就是说，你看我放这个，放我下面是八倍的，这啊，这左下角不行，只有上面六个可以放，只有就是要上上面六个、啊。不是，我是说，像上面是四个嘛，乘四，然后奖励是乘以二、嗯，乘以二，嗯，就是乘以四嘛。啊，如果单放一个乘以八的话，才乘以三啊。哦，那当然是越低越好，对不对？哦，对啊。对吧、啊？以奖励来说的话，就是放低的比较好啊。对吧、啊？就 H 一会比 H 二好啦，一个两个 H 一这样子16倍嘛。对啊，但是奖励乘二再乘二啊。对啊，那是4倍啊。嗯，啊，你如果只放一个 H 二的话，就是乘三而已啊，乘三而已。哦，就是你很多插槽的话，你就全部塞了低阶的，就一阶一阶的这样。奖励会比你放会比你二阶三阶的好，而且会更肥。对啊。啊！突然注意到，我以为这个我也是没有意识到，你讲我才发现呢、欸。我打八倍嘞，八倍，我在试东西，哦，吓死我了！啊，等一下，他今天可以回去再调整了，对，再调整了，嗯，对。哎、欸，找到这个奖励，姜红光也不能插，还是你说，就是、你说就只能插一个吗？之类的。同一个词，那么多 H 一啊，同一个词最只能一个。时间跟血量的那个倍数要调。你干嘛不要五万啊，白痴啊！时间不够啦，太屌啦！你这个要十个哈基进去打、欸，对啊，打不了啦，120倍的血量，哇哦，打不了啦，白痴哦、喔！你就算一只20好了，120倍，我觉得两个 H 一的可能或许可以，不确定有没有办法可以，对，但是。那个太多了，太恐怖了啦，像32倍吗？ Wow, 哦，对，32倍。可是你目前是 H 一加 H 二，现在有我在想不到，我没有神装哦，我没有神装，是有啦，是有人有神装啦，是啦，嗯，好啦，其实可以试看看啦，可以尝试，可以试试。好，啊，为什么要两个？爸爸，还总不两个 H 一？对啊，我在想要不要两个 H 一啊？对啊，这样血量才乘以八而已耶。可是两个 H 一只有40颗钻。哦，对啦，我们看要不要拼拼看最后结算60颗啦，看要不要拼拼看结算六十、哦。我懂。可以。啊！你跟哈基拿刀了没？没有，我两把刀切换。哦，好，两把刀切换。因为我一把刀是专门拿来跑的、啊，就跑速。嗯。里面有同队伤害吗？有。要先试试看，要先试试看。对，要。有，要那有人要借攻击盾吗？多少、啊？就哎、欸，一半叫五钻就好。大家都没做生意哦。借攻击盾吗？因为阿杰克你在哪里啊？武器没有啊？在门口啊！来啊来啊！我可以等一下再给，等下再给你哈，等下再给你。OK， 你要不要盾加剑呢、啊？盾加剑没有，我自己的剑，我剑还好、哦。你自己的剑就风七。锋利七不死五啊！那我在想，要不要跟他？那他的比较好哎、欸，有他的不死五哎、欸，是他的不死五没错啦、哦。我的也是锋利七不死五啊！哇！大家都开始先出租啊，出租啊！好，那杰哥那个在租的话，我要再收你多少钱？就一共十钻就好。好，可以。来了多少钱呢？要十钻，我那个我借完了。五钻，对。不好意思，可以关掉天气吗？我怕蜘蛛。好来。好，要赶快进去哦，蜘蛛要生哦，应该也要借一把剑，蜘蛛要生哦，借完生哦，蜘蛛要生哦，跟我租，啊，那我跟小雨租，等一下我要给杰克十钻，我要记得，太阳在头上了，要开始功能，好 ，go 太久了，要出发了，出发，哦，我忘了带补的。
我只有一个金苹果跟一个不死图腾，就这样吧。我怎么没两个？我啊，只要不要一直被打到，你就会慢慢回血。你要站中间吗？不用怕，赶快绕着跑就好了。站边边，站边边，你不要站边边，站边边，站边边，你要当坦哦，你不要赢，我还要当坦的话，我自己会走过去。嗯，我上次就是。哎，逆时针跑吗？请问，好，哎，逆时针，很慢很慢，可以可以可以，先打骷髅，先打骷髅。他看我吧，啊，我砍到蜜蜂了啦！不用怕了，不用怕了，你完了，蜜蜂完了，拜拜，全部蜜蜂都硬了吧？摸我台可以啦，超硬的，然后蜘蛛啊啊，这只蜘蛛砍我砍了快十刀，他还不死哎，要砍超久。好解量还是有点麻烦。我好像砍到人了，我的天哪！没事，我也刚砍到人、啊哎。你看哦，如果他用那把刀是要砍八下的话，哦，我的天哪！这个血量也太厚了吧！我这一把我这样打下去八百多，也就是说正常的怪是两百血的话，四倍我可以。秒掉，嗯，你们开如果是刚刚多少十二倍啊？四乘三十二倍的话，等于说每次怪打三下。对，那你们麻烦的就是先把护工啊护工处理掉吧。不是啊，我现在被僵尸跟蜘蛛包围，我只能在角落打。你绕着打，你绕着走啊。没有，因为我走走的不够快。逆时针，逆时针，怪比较慢了、啊，所以你可以走。啊，对不对？不是、啊、我砍了老半天都没都杀死一只，我的天！砍很久，太硬了吧？太硬了，看来是要四十颗就好了。对，真的，我刚刚也是狂，那么奇怪，怎么没想到死？他打的是不会痛啊，但是很硬啊。太硬了。也有烽火台啦，你们基本上是不太会损血。对，因为有抗性啊，所以现在对，对啊。我的天哪！现在有观众跟我说可以放回复二，回复二是啥小？不可能吧？烽火台只能回复一啊。嗯。我先把这只砍死，我快气死。啊，先把枯工弄死啊！三十二倍，对啊，哎、欸，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其实高倍率的光点才会比较划算，是吗？哎呀，是吗？怎么说？因为刚刚是八跟四嘛，它是八是三十二哦，三十二倍哦，不是累加哦。八十啊，三十二倍啊，血量三十二，对啊，怎么了？那假结算是六倍嘛？结算八加三，是二加二乘二乘二乘三，对，是六倍啊，六倍，对对对，对啊。那我这边有一个 H 四是十六倍，那如果要弄到跟你们三十二一样，就是一个两，十六倍就乘以五了、欸，嗯。哦，所以是我现在不能思考，不好意思。十六倍是乘以 H 2的比较不划算而已啊。对啊，只有 H 2比较不划算而已啊。H 3的还是比较那个。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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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H 2的奖励的关系而已啊。嗯。哦，怎么一直被闪？因为 H 2奖励是三嘛。对啊，对啊。那 H 1是二啊。嗯。所以你两个 H 1的时候加起来就四倍，就比你一张 H 2的好了，而且没有那个没有比那个 H 2的血量高。哎、欸，你们要小心装备哦！两张装备哦，是十六倍哦，平方哦。哎呦，哦，它是平方吗？对，所以奖励结算变成四，但是如果是一张 H 4的那个倍是五倍奖励，所以是更好。可是 H 4很难打到啊。啊对了，它是稀有的。对啊，对啊，要常打到都是 H 1 H 2啊。也应该啊，因为它比较划算啊。我光点插件就知道了，你看、哦、这样，这样是16倍。所以刚刚其实讨论就只是就是 H 1跟 H 2、哦。对，它不是累加，是累乘的。哎呀，哎，你们时间还这样 OK 够吗？嗯，不知道哎、欸。现在是顺的吗？时间是顺的啊，现在是顺的，只是血怪的血量真的有点多。对，要打很久。我刚是时间就有点卡卡的，然后剩，哎、啊，剩四百还是？真的觉得主要是枯工在烦啊，不然其实应该可以打很快，就是枯工的关系。就是枯工要先全部要先打掉。哎、欸，如果这个有这个贯穿弩很爽哎、欸。散射，你说射队友、啊啊啊，没办法散射，散射就不能穿穿对，穿啊，啊对啊，嗯，除非断道系统可以愿意让我们直接，你散射加烟火也可以啊，哎、欸。不行，我记得好像锻造，如果是用指令叫出来的，好像也没有办法同时那个吧。行啊，我以为可以、欸。不知道哎、欸，能吗？可以，搞不好你可以等一下试试看有没有。对啊。
打不死，打不死，打不死！在遛狗啊，这群臭蜘蛛，臭蜘蛛，臭蜘蛛！对，我对弩完全不了解，我完全没在玩弩的，不知道。嗯，因为他也是比较新加上去的啦。哎、欸，弓箭手快没了，终于有。有一只弓箭手绿绿烟哦，有绿烟哦。角落还好几只弓箭手啊，再一个一个击破。没事，那个僵尸都看我、啊，你们慢慢打。等一下，回个宝石度啊！等我一下。你也要帮忙打，你路过就挥一下。有，你看那个燃烧都是我打的。你那你不要打到僵尸，拜托你。不，被火拳僵尸。对，我上次差就是被他烫死了。我都打哭光了。哦，同时存在不行，会射不出来。哦，所以官方是知道这个太 OP， 所以就直接锁起来这样。嗯嗯哼，好。哭光是不是剩一两只而已啊？对对，剩下都近战的了，剩下三只吧。我刚看了一下，我再打一只，好，剩两只。我打死一只了，剩一只，最后一只了，现在就僵尸了。把这只打过去。好、啊，僵尸。哇，杨洋你真好厉害哦！我刚刚不是。你刚刚那个一看，然后全部僵尸把你围住哎、欸。哇！我才把怪打到头的那边去给他打，把他打去角落。我这把普通的剑只有、哦，我觉得隐约这个也好好、欸，反正你就那边打，然后你就跳砍，来一只跳砍，跳砍，跳砍。对对啊，反正他们走很慢。我刚才也是差不多是这样打。僵尸 KC， 是呢。哎呦哎呦，还有49只 DN， 好多啊。嗯。加油加油！你们赶快洗一洗啦！真的啊！来打怪打怪，快进打怪，让我那个，欸、我看杨洋要卡住了。对，卡了，我什么都看不到。你被怪物被包围了。没事，可以活下来。用那个怪物。地面躺的哎。我觉得好像不要增加攻击力就。有了有了有了。对，好像没有。就还好，他们砍不痛就慢慢磨，就还行。对啊，那攻击力太痛、嗯，真是太可怕了。那血会不会上次那个真是很痛？先，我僵尸还一堆。算我换这个，时间有点紧迫、啊嗯。对，我这边一群人来啊。那你刚刚那样子有点像是杀猪用牛刀。嗯。哎呀，你们还有 boss 还没打哦？对。我在打。真的假的、啊？我的衣服爆了、欸！你爆了！哇！我刚刚警告你，你要小心哎、欸。可是我刚刚那时候看我的衣服是满的、欸，也就是我在副本里面直接被打掉一瓶。你忘记上次盾牌不是打打打直接爆吗？啊、嗯！太可怕了吧！怪太多了，弄一件装备。觉得有点不妙哎、欸，你们觉得呢？我也觉得有点不妙。妙啊、还是太多了，我们装还没有到撑起来，攻击力还没有。小，缩角落，缩角落。你整坨带到角落打吧。对。我是嗯。我下被打一下，同下被打一下两格。你看我砍了那么多下，还在停在39，支数完全没有掉。对啊。一直都没死。剩多久啊？还剩两分钟，竹尾加剩一百秒，没有啊，竹尾加嘛，这个感觉要每个人都是哈基的剑吗、啊？还是哈基剑还要再加上数值啊？再加，我是觉得这剑不够，我知道啊，感觉只有十三只了，我这里13只了，可以，你们要达到800，要连哈基的衣服一起租，嗯，如果就单剑的话，这个200多，对吧？啊！砍到啊！嗯，他们好吵、哦！哎呦哎呦！怎样？吓我一跳！啊好，剩一分钟，我觉得不妙，妙、嗯，有点有，我们大概越来越可以抓到极限是什么了。我的天，慢慢调整。对，三只精英怪出现，精英怪，精英怪耶！我打不了哎、欸欸，对，我现在不能打哎、欸，我们直接在嘴里耶、欸。如果我三叉戟，我也还是有三叉戟。同的三叉戟打人超不痛。你们要来打吗？江江、哦、在哪里？打。还有骇客、欸，骇、哦、客来了、欸，骇客，有骇客。
你看旁边有一只骇客，你干嘛 T？ 你可以 TP。他不逆死？哇，不行不行！还有逆死，他开始抖了。我们的，我们的 BOSS 好像没有打死一只，完了。对啊，一只都没死。时间到了。完了，我们大概就是小僵尸差不多，然后 BOSS 都留着。对，完了，他变身了，没掉东西。知道，可惜，有了知道极限。对，他被小僵尸就好可惜，这个就被拿掉了。变成是对，会被掉。哦，杰克还你啦，你在这里。Q Q， 小雨在哪？我在，我去楼上。这里，放这里。好，来来，我放我放我放。我要钻石，钻石我等下挖完给你啦。我这个还没，我这个怎么一颗洗人石啊？那个现在是谁的幸运最高啊？是不是小雨？小雨，我要跟你借稿子。好，稿子，我要借稿子。好，那我等一下哦。我小雨应该在上面吧？对，我在上面。好，等一下哦。好，哪？有人有多的玉髓剑吗？玉髓剑，对，有可以洗潜的的多的。只要有玉髓就好，就是未鉴定玉髓剑，然后不要什么仙女，应该消失组应该还好，还好，都没差。对对，就玉髓剑，然后可以鉴定的这样就好。没有，没有，没有玉髓。我发现我这边也没有库存了，就做这一把，这把而已。哎，好像有一把没有鉴定，可是父母没有很好。没关系，没关系，父母做正慢慢弄就好。哦，谁在修装？你在哪里啊？我在修装。我在楼上，我在楼上。我没电力嘛，对。等他打完副本，然后去修装。没事啊，你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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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重弄我的装了。哇贼，哇贼。笨呐，火力就好。哦，是哦，感谢啊。狼就好。你看，你就是有钱嘛，对不对？钱不是啊，就那个装备。然后到时候需要装备说，我没有玉髓剑可以冲了。他说没事，再冲就好了。他这样说吗？再冲就有了。哎，那我这里要爆料，那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你身上这样没什么关系嘛？你跟我说没关系啊，用钱机会不太多。然后隔几天跟我说，我想买那个，可是我没钱。想买跟需要是不同的嘛，想买没有钱。然后就是我跟你说，你不是没钱吗？不要买嘛。你说不行，我要买，我要分期付款。我好了，我好了。嗯，啊，你可以借我剑吗？我忘记是买什么了，应该是 cosplay。然后我就很想 K 你。谁跟我说不需要钱的？感谢的。个扯。个扯。算了，个扯。嗯，哇！就我刚刚带有带剑矢，就我进去都没有用到弓，弓很不太好用的。对啊，没用到。好了，我等一下来看我能不能重返荣耀。我要借稿子，在团团那里。哦，在我这边。弟弟，对，我去找你，你在上面吗？对。我要重返农药，来、那個、重返农药。他那个洗人石是把属性全部都改掉吗？还是洗数值而已？数值，数值。所以他本身角是什么？攻击伤害，攻击伤害加速的话，你洗出来也是都一样的，只是上面哇哦。那如果要改的话，就重置，从头来过。全改啊，全改是重置，对，投胎，从头来过。啊！我不然存那么多钻石，我怎么拿去充装呢？不充了，我不充了，吓死我了！连爆两次哎、欸！好险，我有用券哦，吓死人！天啊！我好舍不得拿去充装哦。钱就是拿来花的、啊。对啊，你看存一箱的梦想，以前一箱的梦想，好 PP 回去吧。反正想那个去了，我想说先等一下，对不对？哦，对啦。欸、你知道就是就是因为存钱才会导致经济越来越差，你知道吗？啊，是这样子吗？啊，这个是真的，是真的，因为钱没有在市面上流通，没有在流通的话，这个商人赚不到。嗨，恶心你！你看大家不花钱， okay. 然后就是开造成失业率，然后就是恶性循环下去，这是真的，所以才会有之前会发什么券，就是为了刺激大家去花费啊。
对啊，消费。嗯，我不是每次都讲干话哦，酱油。你是不是都怀疑我对你讲的任何话了？还没没有啊，我有吗？有吗？没有吗？所以赶快花钱吧，那些钱早晚会给师傅，但是你还是要花。早晚给师傅，好像挺有道理的。像他讲的，你先把幸运冲起来，你才能挖到更多的钻石，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好像挺有道理的。投资的概念，这个逻辑很棒啊。嗯，很多放置性手游啊，就是你到底该不该那个呢花下那个升这只英雄呢？可是升下去你要重来，重来可是更快的意思啊。嗯嗯嗯，失败失败、哦，你真的想要刺死谁啊？现在是冲天刺！哇哇哇哇！哎呦，今天刺我哦！哎，才五而已哦，才五而已哦。不够哎，五嘞，五阶嘞，哇、哦！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你看不到什么？看不到，我看不到你们在冲装我。你在干嘛？我又在断线了，因为你断线了。我又在其他的时间线上了。六团团记得咋扣？来，我来给你了。咋扣？嘿，你好啊！我要去放，我在读放读头颅这里啊，维卡维卡。啊哦，卡卡卡卡！为什么小雨这么帅死了？我上面飞下来，我的翅膀没打开。我们今天才聊的这句话、啊，你已经很久没一个礼拜死一次了、欸。哎、欸，对耶，对啊，成功了，成功了，你继续维持。哎、欸，这次是你自己死的，不是我。不是我，我去放钻石。这有什么意义？每周一死在哪里啊？我找一下那个中介啊。上人哎，后来我发现那个女巫沉思跟莱姆，我应该是有解过，忘记打掉。哦，你是没打掉啊、哦？对，因为那很久之前了。嗯，在酱油在打小僵尸之前，小村民之前就解掉了。阿西奥，阿西奥，西奥倒掉。为什么不会再回上去了？我的血量哎、欸，你说哪里？你说在烽火台吗？哦，没事没事，显示错误，显示错误，没事。那是一个 bug。你就说半格回不满的话，那有可能是、不是？我是好几格都是黑心，只是、哦、但是玩 tap 啦，玩 tap 的时候他的血是有的。哦，黑心，黑心啊，对啊，黑心，嘿，黑心就是黑心。我心里是 OA 啦，我就黑，我就黑，你最黑，你最黑，黑哭。微妙，嗯，467，四六七，好了。现在史莱姆农场加高了，啊？为什么？嗯，效率太差啦。哦，我只记得那个时候史莱姆，我们这边史莱姆农场不是不卫生，不卫生啊。对啊，就主要是生成区都往外了，而且你看一下现在墓地下面又一个生成区，对啊，就越来越多分散掉了啊，所以要史莱姆球都可以来拿了。嗯，好的哦，好的哦。好的哦，没有问题哦。哦，哦，他怎么了？怎么了？没有，是大家在哦，我想跟着按，好想哦，你也想哦一下，跟风一下，跟风一下，想要参与话题。哦哦哦，原来是看不太懂，看不太懂。我可以解释给你听。好，你现在这个攻击就还可以啊，70跟80。爱心你干嘛？很久没按了、欸、你哎、欸，你这盖到现在只有那一次用过就没用过、哦。对啊，对，没有没有没有，就想说要等到真的很适当时机来用一下。对，我们现在都很，我跟酱油会常按才对啊。哎、欸，酱油来按一下。啊，我想啊。有人在家吗？啊，大家几乎都在，都在家了啦。在家了，你猜一个。基本上都在啊。那什么裤子可以用三次啊？裤子可以啊，可以啊。他要当尖刺男。不是，你怎么会投资在这个上面呢、啊？投资在这上面没有意义耶、欸。我只是觉得他都是五比较好看。
加几伤害？你说 V 吗？对啊。你说我那件翘是吧？对啊。怎么回事？就是上次运气很好啊，这个啦，翘翅，他就是那个啦，中秋节抽到翘翅，全部都是伤害，哦、超扯，哎、欸，还来哦，哦，怎么觉得？你要看，你那你先给他记一下，然后让他用那个刀砍看看，哦，对啊，哦、可能跟你租盾牌跟翘翅，然后跟哈基租剑这样子，嗯，我先看一下我现在是多少，啊、嗯，你可以。我很好奇，你盾牌借哈基嘞？盾牌攻击，对啊，哈基的锄头比他的盾牌好吗？是啊、哦。我不知道啊，我要放那里比较一下。嗯，翘翅拿走，翘翅我先拿哦。翘翅我觉得加比较多伤害、欸，先拿走了。没有啊，翘翅跟盾牌是翘翅我拿的，翘翅我拿的。对啊，分开。锄头在谁那拿走了？我没哎、欸，你刚刚刚刚那个显示问题，这两个要比啊，这两个要比。嗯，好像锄头比较好哎、欸，是吗？对，嗯，锄头比较好、啊，锄头加他是吧？对，砍了就知道、啊。你都拿去，你都拿去，你都拿去，你都拿去嘛。送你各砍一下就知道。送你。还好像比较好哎、欸，真的、哦，盾牌比较好、啊。因为盾牌有加原始数啊，我们应该来跳加机，我们应该来赌的。对，九百嘞，哇哦！哎、欸，那你再跳刺，再加跳刺，哇，再加跳刺，一千的破千，一千破千。999啊！没钱、哎、啊！等一下，我去下面把那个烽火台改力量。你等我。他那个属性不是可以七条吗？对啊，七条、嗯。御水因为他内建三条，所以你只集四条。所以那时候才说御水不一定好。多钱的话，就是用钻石装就好。嗯，我用钻石怎么也按不下去啊？啊，还是我那九度没满呢、啊？好了，是啊，你先装啊，我们看力量了，试试看。他不是有条吗？是可以再加、啊，再加，再加一条、啊，有啊，加啦、啊，没有你攻速，加上去啦。他刚刚怎么不理我？他自己看吧，你刚刚是没放装，刚是看，还是你刚靠不够近？1123，哇！1123，哇，你多了100，多十几滴耶、欸。对啊，应该是因为力量下去，然后再用砍花。老板，老板，老板，砍得太开心。这样，我现在改力量二，你再试一试，再试，一二四。老板被砍死了，老板也砍死了，老板还来不及回血，他是就是召唤出来的时候是血是很少的，他弄个鬼上去。好可怜，老板，你好，老板好可怜啊。我们要来试试看毛盾大对决吧。这样不然看看这个啊，如果酱油毛盾大对决，他假设他死掉，那个钻石不用扣啊，都不扣啊。好奇，我们好奇了。可以啊，可以啊，没有。对吧？看酱油要不要啊？看酱油过来。才五哎，没关系啊，就试看看啊，试看看啊。我们要你要把它冲到十啊。不用，没有，至少让我们看一下哈基会扣多少血。对对对，我们只是很好奇哈基会扣多少。钻石不用算嘛，我们全部人都同意 ，OK 吧？对对对的 ，OK OK OK OK， 可以啊，因为太好奇，我觉得一刀就死了。真的很好奇，一刀我先砍681，要跳上去吗？要跳上去吗？要跳砍吗？等一下，还没弄，还没准备好，先准备好，准备一下，心里准备一下，对，再来一下。你是不是把积蓄都花了啊？他还要冲，因为怕已经爆炸。你要冲啊！不要冲了啦！你没防爆卷哦，你没防爆卷，没防爆卷哦，有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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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40%。哎，他怎么不给我断章？哦哦哦，我都是断砖啊，难怪。哇哇！有钱的阿言，这说真好，没办法，没有100块啊，都1000块了。加六了，够了。太冲了。就这样。那等一下、啊，然后他又不进来了。我不要，我不要面对，我不要。然后快放开钥匙，快！在哪里给我把它围起来？有没有正常了？
啊，他回到二八，他回到二八，有了，这样我们可以下赌注吗？是盾影的还是剑影的？我觉得是，我觉得剑影，我觉得他剑影，剑影，他死我妻呢，我不管怎样都一定死。哎，我们赌哪边就站哪一边，好不好？我们赌。你会不会把我帽子砍爆啊？我帽子黄色的哦。不会啦。一刀而已，应该不至于吧？一刀没有，不一定哦。你想一下，幸运更快哦。幸运更快，攻击超强的，砰！这个造型要还我一个帽子哦。我觉得你先复制一份好不好？好了，复制。等一下。你会不会复制？方便复制一下？你帮你丢给哈基，哈基帮你复制啊。对，哈基复制放在旁边。哎，我本来要切创造嘞。没关系，没关系，哈基已经创造了，整套脱下来放里面。哎，哦好。可是我装没有很好，就是了。好意思，好意思。啊，我知道为什么你说你的帽子剩黄的了，那耐久是一半而已啦。对啊，还好啊，备用的啊，这个。这个耐套是备用。好。嗯。我不会死啊，我好怕哦，瑞凡。我赌哈基赢，好不好？要是哈基会一刀把他捅死啊！对，我们要到。直接开彩票，等下把彩票直接开了。为什么彩票不能开了？十点啊！等下先看彩票，先看彩票，彩票。哈基没中就给砍下去了，没有？又不是我，又不是我，又不是我。啊！哎，我记得你不是今天买二五吗？二五谁啊？不是我买的，杰克，杰克，哦，又共估了，那边共估三人组了啦，哎呦，上面怎么只有六次的交易是？哦，哎，哪一个？哪里？上面那排只有六个三十而已啊。哎，哦，没有，有一个融到那个啊，有融到钻石了吧？有一个三个变六二啦。那是我放的哦，那还是少一个。嗯，我有丢啊，我有丢，我有丢，你有丢啊？我丢在中间最中间。万能的观众大神呐，是谁没丢？谁没丢啊？哦，要去抓那个，要加倍哦。那个没用又有卡大轻轨，我们是八十倍。哎，我在啊，等一下，你要死，快点！你有遗言让你讲。我要努力把它冲到加十。好，没问题。好，来，这就来吧，剩下你们两个了。我想冲幸运。嗯，还接着干嘛？我在那个分那个。哦，你在算是不是？对。哦，好。哎，哈基什么时候才有幸运呢？幸运都有幸运不是吗？好运啊！哦，好运。对不起，哎，请问那个不好意思，回收轻松彩里面刚是不是有一张那个防爆卷轴？有吗？刚右上角有一个，哦，是真的假的？问谁的防爆卷轴呀？哎，我的。这个不要分，不要动，没有，他不要那个哈基弄就好，哈基弄就好。好，不要，是这个是那个一开始给的三组，嗯，然后接着三十是那个我们玩家的，是的。哎，上次有人请假吗？没有吧？有吧？上次没有，这几次都没有吧？不是吗？上次的活动没有，然后再上一次是什么？16个，少一个，所以真的是少一个，真的少哎！观众，我应该有吧？观众，数谁？观众来讲一下，打完怪就直接冲上来买的。嗯，对啊，我记得我有丢进去，我是第一个下注，然后有放的。我记得我还说，哎，我忘了拿钻石，我要买这个彩票，我要跑去拿。因为你搞不好拿上来没有放进去，又跑回去。不可能，那我身上应该有30颗啊。嗯嗯嗯不可能，你要看琉璃，这个应该是要看记录档了啦。对，看记录档。对，这样少三组哎。对啊。三组，因为这次活动公布啊，啊，这一次的没有忘了补。哦，这次还没放上去。对啊，还有这一次，那我就是，我总共就是少一个人，少一个人缴费啦，对啊，少一个人缴费而已。少太多吧？嗯，少30颗啦，少30颗啊。重点是杰克有没有红包？红包啊，有啊。哦，然后来看看贪心的杰克会给多少。结果杰克就说一组啦，怎么可能？杰克，我红包就给我那个盾牌就好了。不行，太贵了吧？对啦，哇，很赚呢。花了多少心力呀？对，红包多少啊，杰克？
红包就一人一组啊，还真到乱讲。佛心大爷，佛心大爷，谢谢杰克，谢谢杰克，谢谢杰克，杰克在冲装了哦。我应该下，对，又我又来收石头了啦。那个一比一组是不是？那可以矛盾一下，太多了，你现在打吧。哎，他自己回信。啊，等一下，我回家放我的钻石砖。啊。你可以先放在那个啊，中间。你可以放在中间箱子啊。我会忘记。我们会提醒你。我要把它装起来。等你啊，等你，慢来啊！我马上，好好 ，OK， 没有问题。咦 ，Long Live！ 哇，大家都很期待矛盾大对决，我的天哪！基本上我一定爆了吧？我才七呢。你看他能不能把他自己弄死啊？等下就爆冷门。如果你死了，他自己也死了，代表你赢啊！对对，其实这样的话也是你赢了，真的。对啊。因为我记得反弹，它不会反弹100%，会反将死吧？啊哦，会反是残血刚好伤害过那个过。有了有了有了，没事啊，我们试试看就知道了，是吧？对，直接试就。帮我们来看谁的血量是剩最低的、啊。嗯嗯，这样子吗？我应该急死吧。我是觉得酱油应该是直接就死去了、嗯。我也觉得我应该直接死了。我猜剩四滴。嗯，四颗星。四滴是 OK 哦。酱油，嗯，没事啊，我们直接测试起来。哎、欸，不对耶，怎么？因为哈基那时候砍我的时候是没有翅膀跟盾牌，然后就剩对啊，这颗星有啊，这是有啊，然后又加上酱油力量二啊，哈基拜拜，酱油拜拜，酱油一定酱油应该直接死去表白。如果你能把哈基弄死，你也是赢的啦。嗯，对，真的不死，那我要先把他冲到死哎、欸，来了来了，啊来。好跳砍，我要放，我要放跳砍了，要跳砍啊，要跳砍啊，助跑，助跑，助跑，就没跳砍到，哇，你出来呢？你没受伤哎？没受伤，没有触发到那个吗？为什么呀？没触发到，再次，没触发到，又有几率性的，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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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有反弹的声音音效呢？你有啊？你有？好像有飘一次啊？好像有扣一点，有扣血吗？他有什么？平砍嘞？没有没有啊！没扣血，没扣血啊！你看，我不想要。你的欧运不在这边哦，你的欧运不在这边。你欧运怎么回事啊？等一下，哎，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是来不及触发就死了。有，我觉得是可能是这样哎。他们有人说我扣一滴耶，真的假的？有哎，有了，一滴，你活下来了，真的假的？好扯，好扯哦！等下你的防御装备防御力还是也不错高啦，他的防御力也不错。他从28变27了。嗯，对，我防御力还没满呐，是这个是差半个衣服的。你伤了吗？你把那个全都脱了，穿一件盔甲，然后拿剑砍我，然后我一直穿一件盔甲。不是啊，他这样穿伤就高，翘翅就好了。我穿翘翅啊，穿翘翅就好了。那翘翅多少？翘翅没伤啊，338哎，加翘翅嘞，翘翅是488哦，差很多哎，因为其他装备也有加嘞，加到600啊。如果你只拿刀啊，他只穿衣服嘞，哎对哎，这才是真的，这才是真正的矛盾吧？啊也是啦，因为没有其他加成，对啊，来吧，真正的矛盾，我会放在片头的，加油哦，我这样跳还有340哦，对吧？你就等下跳完他吧，还是把他来吧。你还有力量效果，还有力量效果。哎，你要把盾牌拿掉，你把盾牌拿掉，酱油。我现在要赌谁赢的？我还是赌哈基，应该是赌酱油好了。哈基，因为我只有那个什么，我只有那个七而已。嗯，可以的。来啊，跳砍吗？跳砍啊！好。哎呀！是没什么，掉比较多血，尖刺真的很尖刺，多了一些啦，有掉多一些，但是还是太难了。突然觉得尖刺好像没什么用，不然你，哎，你看可以砍几次酱油，把你自己砍到死？不要疯了！酱油已经死三次了，已经死三次了。哦，你就让他回血的情况吗？那可是回血的情况，我觉得可以耶，是你不能靠太近，因为他机会补血。对。看你都慢慢差距离，
还真的还好、欸。他看你砍一次才两次，他看两次三滴而已。等一下，我怎么被？等一下，为什么还没他创造，他创造，他创造。怎么讲？为什么变多了？他怎么喷出来了？你打到不想做啊？不想做。你打到观众台，他怎么繁殖了？哇！好猛哦、喔！每一个都可以用吗？对啊，他繁殖了、欸。他是阿米巴超，砍到盔甲座了。你是在维修，都是在维修，在维修。盔甲座移位了，是。嗯。盔甲尖刺感觉没啥用哎、欸。真的、真的还好、欸，还好，对，对，感觉它的用途就只是在 UHC 的时候会比较有用，就是那种、就跟 PVP 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对。它反弹不是100%的，如果是100%很猛哎、欸，100%太强了啦，太猛了啦。你可能要查一下维基这个尖刺到底是在干嘛的，到底在干嘛的、啊？所以它才是附属品在衣服上。嗯，也是哦，对了，有道理。啊，不然就是酱油，你防御冲高。哦、你要跟他防，你要防，你要保护、上面好多光碟掉下来，这好多光碟啊！哦，开始有跳刺客会帮忙捡一下，收回收回来。我在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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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太夸张了吧！这光碟量还回收一下，帮回收一下。哎、欸，这机率真的没问题，对不对？对，哎，他机率真的没问题吧？没关系，现在拿到的都算 OK， 那之后的再改对。好了好了，我放回去了，放回去。所以你现在是设定一层吗？没有那个叶妹的话好像0.8吧，就是那个八十几率比较高，哦，那八十几率那还蛮高的耶，狂掉哎、哇，哦有 A 4的啦，我放偏右边一点哦、喔，嗯，就是刚刚掉的，好好好好好，然后这样子，然后这边这边右边都是刚掉的，哦掉好多，还 H 4哎，对啊 H 4哎，哦。你刚刚掉的还不错哎、有 T 4 A 4 H 4、有 T 4可是问题是 A 4 H 4我们要打得赢，我们装备要先冲起来啊！我们这只能轮流单刷了哎、我看到有一个人已经乖乖坐在位置上等很久了。好，走，这边有精英怪了、欸，先打，快，啊、速度，在哪？哪里？苦力怕哦，踢踢那个苦力怕 ，PP 我哦，在那边，他怎么在里面？啊！他把那只护盾换掉了，是不是？还是剑圣？开始了！你还我！他把护盾打死了！他在你面前直接把护盾 A 死哎！对啊，他等你来才把护盾打死哎！他一定是故意的！他故意的啦！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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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我不敢打，骗他！啊完了！你要还他一颗了。我刚是被砍过去，要砍过去的，直接砍过去，砍过来。不要站在他地前面。哎呀，是。杰克的，56颗。哇，没有是哭弓射到他，他很生气，把他砍死。一个人，7个吗？杰克头环，全部都到吗？哎，有人说那个查维基尖刺反伤只有1-4滴耶。可是刚好扣到8哎。对啊，对啊，有这么多吗？有啊，然后几率是尖刺等级乘以15%，所以是7×15%。哦，啊，不像 ATN 那可以站得，自己拿，看着痛。我拿完了，开心，拿了。哎，为什么没拿？我怎么没有了？啊？有人说谎。我拿一个，是8个，然后八给你啊，这给你。啊，你反正你是得主，对不对？对啊啊，九桃嘞。九桃了，现在没九桃，没有啊。你是不是想？他只会有防爆绝。我只想要九桃，没有，他没九桃。你想骗一颗九桃？没九桃了，不好意思哦，活动已经过了哦，没有活动过了。我先把不一样的改成补血了哦。现在的 meta 是别的了，你知道吗？嗯，一代版本一代神，现在已经没了。好，那就水血。那等于说那个七的话，就是必定会被反击，但是只有1-4伤害。他说有人说扣到8，应该是因为我们冲装也突破原本的系统上限。哦，就是以那件系统就是要。对，所以他其实原本就只会以正常来讲不突破的话就是1-4。那以正常来讲，他也挺猛的啊。其实没就刚刚讲了，打架，如果那种 UHC 打架很厉害啊。嗯，对啊，因为突破了到这里就没什么用了。是啊，
的，因为这边就是 PVE 为主啦。嗯，对。Yeah. 对。好啦，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的那个这个指令会整个再维修一下啦，哦。好。好。谢谢。哦，我肚子痛了，我肚子痛了。啊，不会啦。哎，没有啦，我想一下，为什么右上角那个一定要放？一定要放原因是因为我那个后置的时候就可以扫一个区块放那个轻松生存的图，这样我上字幕就因为图片跟字幕是同一个，都在上面那一条。所以如果我能扫掉轻松生存这一条的话，就是我输出影片也会再快一些。哇，你们要赶快提醒我啊，因为我就是欸怎么讲，我上次就是好几次没有弄到这个 logo 的时候，我就是上字幕也上得很痛苦，对啊。好啦，也不是怪你们啦，因为我那时候没跟你们讲，而且我又忘记开那个虚拟的形象啊，今天怎么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太累了。今天一大早就直接跑去健身，然后后来才发现，因为我前几天有好好去看那个什么正确练出胸肌、腹肌，或是你这样做会什么错误之类的，才发现我之前练的都是错的。好，我们先结尾之后继续聊。好啦，感谢今天，干。我只在这边了啦，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好啦，就是我刚讲到哪里哦，就是我那时候发现我练的方式都是错的，因为他说什么肩膀不能动啊，只能靠就是胸口出力之类的。我发现我通通都是用肩膀在运动。哎呀，怎么没有一次十抽的？一个抽？我记错了吗？对啊，就是这样子啦，主要是这个。没有啊，不是之前都是放这边吗？啊，算了，巧克团再来抽好了。好啦，赶快早点休息吧，那他们还会继续开，你们就过去看吧。大家晚安，晚安，晚安。爸爸，晚安，晚安。